哎，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开会。我们今天举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第三场的公听会。是因为本会于4月21号星期四审查民进党党团所提的上述的法案，因本条例之规范内容包括与其他法规之竞合问题，立法目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之任务、组织、职权与不当党产之保全等各方面，在审查过程中，有委员提议应开公听会，听取专家、学者各界的多元意见，以使法案在未来审查时能够凝聚共识，让法案能够顺利通过。本会在5月2日、5月4日。上午分别举行两场公听会中，已经邀请了27位专家学者，第一场是13位，第二场是14位。有学者认为过去政府对转型正义之作为较为消极了哈，有立法之必要。也有学者认为，依据现有的法令跟组织，已经能够处理，不需要叠床架屋制定本法。本席乐意听见各种不同的声音，然后因此我们今天在举行第三场的公听会，期待更多的专家学者能够在公听会表示看法，让不同的意见透过公听会充分发言，以作为制定法案之参考，让本条例之规范更为周延。我们现在首先介绍出席的专家学者、在场委员以及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全部念的还是来的？好，我先已经到场的哈，我先向各位介绍哈，来自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刘杏仁教授，谢谢你哈，欢迎你。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的吴盈德教授，谢谢，欢迎。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训明顾问，欢迎你。国际法律事务所王可富律师，谢谢，好，谢谢王律师。等一下，如果专家学者再继续陆续进来，我会再跟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在场的委员，我们也段宜康委员也到场，好，谢谢。还有邱志伟委员，好，也谢谢，欢迎刘世芳委员，拍谁比较远哦，没有看清楚哈。好，那我们也介绍与会的我们的机关代表。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有行政院综合业务处参议徐小青，好，法务部法制司检察官周文祥，谢谢，司法院民事厅法官陈丽玲，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组长陈美芳，国库署科长洪培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长曾新元，国民及学前教育署专门委员许三荣，文化部人事处专门委员叶雪梅，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检任视察邱成旭，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档案征集组副组长许长世，应用服务组专门委员兼副组长石璞，内政部民政司专门委员刘立芳，内政部地政司专门委员陈燕燕，内政部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专门委员陈嘉荣，总统府第一局专门委员蔡梅丽，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长蔡怡怡，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主任王义群，国史馆副馆长何志林，
监察院司法及预政委员会主任秘书王真华，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编主编人力处专门委员林静文，全序部法规司检任视察谢盈龙，国防部法律事务司人权保障处军法官陈振龙上校，国防部政务办公室文书档案处资料管理官蔡正守上校，卫生福利部护理及健康照护司专门委员严宗汉，社会及家庭署副组长叶金珠，庄金珠，对不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敏，原住民族委员会综合规划处科长曾新忠，财团法人228纪念基金会执行长廖继斌。好，补充介绍，来自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邱荣举教授，欢迎你，谢谢。请宣读公听会讨论提纲。一、何谓转型正义？以转型正义为名的国外立法例有哪些？促转条例中有关转型正义之定义是否明确？是否符合法律明确性之要求？二、促转条例草案适用期间仅限于日本投降日至动员戡乱时期终止之日，是否能够真正彻底落实转型正义？是否应将适用期间向前延伸，涵盖有关原住民转型正义之诉求？三、促转条例草案中有关转型正义之措施、组织，与现行法制及组织有无叠床架屋？倘造成法规冲突或机关职权争议，又应如何解决？四、民进党所提促转条例草案、政党法草案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草案，均有不当党产处理之规范与组织，三者间之竞合问题。五、促转条例草案中所赋予促转会之的调查权、法案研拟以及人事权，有无侵害其他宪法机关权利？有无违背权力分立原则而有违宪之余？六、依促转条例草案，促转会可将人民或团体之财产推定为不当而强制收归国有，且得予以无限期禁止处分，以及任意进入人民或团体处所进行调查或勘验，是否过度侵害人权？宣读完毕。好，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有几点说明哈。第一点，请学者专家及相关团体代表先发言，好，发言顺序我们是依照签到的先后顺序来发言，好，但是如果各位专家学者如果需要提前发言，好，那请先告知主席台，这里我们会予以调整，好，本院委员按照登记先后发言，如果陆续到场，本席会穿插请委员发言，那最后再请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针对专家学者及委员的意见加以回应，每位学者专家和委员的发言都是10分钟，请各位尽量控制时间，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再进行第二轮的发言。好，那我们现在就先请专家学者发言。那这个专家学者发言之后，就是说每一位专家学者发言之后，有必要的话也可以请机关代表回应，直接先回应他，如果有提出质疑，我们在看会议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要逐次回应也可以，或是到最后一起回应也可以。好，首先我们请刘姓仁教授发言，谢谢。
主席，在座的委员，在座的现场的贵宾，在座的学者，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公听座谈会。我们知道转型正义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过程中，对于所衍生出来的，比如说像党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外界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所以这次的这个座谈会，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性。那在这样的一个议题中，过去常常用在这个选举操作，成为一种在民进党常常利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党产问题啊，成为一个选票凝聚选票这样的一个工具。可是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政治性的一个东西把它制度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在这一次所提出来的这个促转条例的过程中啊，它定出了四大任务的这个专案啊。可是这四大的任务专案呢，表面来讲，第一个它的不确定的法律性的概念太多了；第二个它到底是处理政治问题还是处理法律问题啊？我觉得这是可以探讨的啊。那什么叫做转型？如果我们以其他国家的例子来看啊，转型正义一般就是指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处理前朝所留下来的一些这些所谓的侵犯人权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然后试图建立一个以比较民主啊、比较公平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来建立一个这样子从在和解跟正义的过程中寻求一个比例上的一个衡平啊。可是现在目前在台湾这个社会中啊，最大的问题是在调查证据方面，第一阶段；第二个在程序的处理上面；第三个在后续的补偿方面来讲，事实上都有非常大的争议啊。而这些的争议的问题呢，都会使得我们在寻求和解跟正义这个比例过程中间呢，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矛盾跟落差哈。我们就这一次的整个这个促转条例中我们的草案的内容实际来看啊，那转型正义在调查证据的部分啊，那促转会成立一个调查性的组织，那这个调查性的组织它不受到这个行政院啊组织法的这个监督啊，它的权力啊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它来处理这些调查事实的真相。可是第一个，这个真相调查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是只有在国民党两蒋时期，还是包括过去的日治，包括原住民族全部都列在里面啊？像我们的过去的八二三炮战、慰安妇、金门战地、三一九枪击案跟黄君英事件，还有当时候两蒋时期啊，为了征收当时候的这个政府以国防的目的啊，来征收这些所谓的这个廉价征收一些军用的土地，像南港202兵工厂啊，还有这个南港的台肥案这些啊，还有对一些老兵的处理啊，那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在调查的证据方面？那这些问题怎么调查？谁来调查？怎么来进行调查？我觉得这是一个在调查证据方面来讲一个问题啊。另外我必须要讲一个，就是在这个促转条例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可能有涉及到国防跟这个相关的案子啊，因为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开放政治档案这个促转条例啊，跟档案法如果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哈，什么样是属于政治档案啊？那有些在国民党党史馆所管的这些东西啊，如果现在都要把它公开啊，这会影响到过去国民党在执政时期的陆工会推动了非常多的工作啊，可能会使让这些现在在位置上的人啊，或者是现在或者是在大陆这些人呢，可能会受到一些人身上的安全啊。你透过一个转型正义，其实却达到了一个现代不正义这样的一个理由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大家共同来这个来集思广益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候的这些所谓情治人员，还有就是一些重要的一些国民党的一些文物，到底是属于私人的公产还是属于国家的公产，应不应该由国家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公开，我觉得这些问题哈，恐怕都没有办法泛泛而论，必须要一个一个逐一来讨论，很深入来讨论啊。那这是在调查证据的部分啊。那调查证据如果都有认定上跟调查上的困难，那在第二个程序，到目前为止促转条例里面的程序究竟是怎么进行的，不知道。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又这么的多，然后再加上说这个认定上也困难，那在这个刑事赔偿、经济赔偿或者是这个犯罪，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我们台湾在这些年来啊，从李登辉总统以来，其实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多这些相关的法制工作。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些所谓的国家赔偿法、刑事补偿法、228这个事件处理法、补偿条例这些跟转型正义有关的法律啊。那这些法律都已经存在，但是这个存在的啊，可能这个在野党认为没有办法来针对所谓的不当党产的问题来进行处理啊。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些现有的法律，为什么不在现有的法律完备的过程，反而要另外再搞一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促转条例，然后再来一个不当党产这个处理条例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这会不会有就是所谓的这个你现在已经有了东西，然后不用你把它全盘推翻，然后再搞一个东西，然后再来处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大家思考的。另外，我对于促转会本身的这个定位哈，我是有一些这个意义的啊。我们说这个促转会，一般我们说转型正义是在行政机关啊，他可能对这个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他可能有一些不相信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空白授权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的职权又非常的大，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所谓的非常设性的一个任务组织。那超过这样的一个非常设性的组织，可是呢你却不受到行政院组织法的监督啊，会不会变成第二个 NCC？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就是这个未来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NCC 这样的一个没有办法监督啊，或者是说没有办法真正发挥转型正义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值得探讨啊。总的来讲呢，我们觉得说这个民进党想要以转型正义的方式来实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啊。而且现在目前已经有一些整个这个国家人权委员会啊，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现在目前在推动非常多的有关于转型正义方面的工作啊。可是呢，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现有的这个在这个机制之下呢，还要没有办法处理这样问题，还要再搞一个这样的一个促转会，这样子一个委员会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思考，尤其特别是在政府现在的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啊，是不是大家能够以这个全民啊，以这个全民的利益来看啊？然后总而言之来讲呢，我觉得这个转型正义是对的啊，整体的方向是对的啊。那这个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必须要再集思广益啊，避免违反法秩序的安定性。我们说过去那段时间啊的这个，你如果搞了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促转条例来清算过去啊，这会对于当时候的宪政秩序跟法律体系事实上是一种全盘的否定啊，它违反了法律的安定性，同时呢，它对于特定政党立法啊，我觉得这也失掉了一个宪法保障各个政党平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个，它对于国民党人的财产啊，这也违反了对于这个到底哪些是国民党的私产，国民党是个社团法人。它只是一个社团而已啊，然后再来就是对于这个当立法跟手段跟目的不符合比例原则的时候，还有就是违反了这些法的明确性啊。我们就不论这个调查证据这三阶段来看，现在的促转条例太多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啊，想要彰显的是一个正义，那正义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概念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比例的拿捏，相信是未来各位委员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可能必须要考量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常讲到说一些纪念行为啊，好的坏的行为是不是都应该把它矫正过来啊？不好的行为啊，比如说大家对于过去的一些白色恐怖保留下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时候过去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啊。可是你如果把它全部都毁掉了啊，那大家可能都不晓得，就好像一个秦桧跟岳飞这两个像同时存在，大家知道哦，秦桧做了什么事，岳飞做了什么事，让大家自己下一代的人自己去判断，而不是把所有的秦桧的像全部都弄掉啊。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对于这样的一个纪念行为的全盘否定哈，我觉得有点矫枉过正啊。总而言之，我建议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处理这样的一个转型正义，或者是对于不当党产的问题取得哈，可以透过几个方式，我觉得是在目前的宪政体制下是可以运作的啊。第一个是透过修宪跟制宪啊，将所谓的权力分立跟一些机关的这些职权呢，能够彻底的厘清啊。第二个可以透过提交大法官会议来做解释啊，可以避免一些这些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争议啊。第三个最重要的是发挥我们现在国家人权委员会中的一些功能，而取代这个而这个对于这个体制外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啊，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以现有的机制、现有的法律啊，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法律啊，有国家赔偿法、有刑事补偿法、有228事件处理法啊，做得好不好、执行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就现在来讲呢，目前我们是做到的啊。好，以上发言，谢谢。谢谢，刘教授。接下来我们。邀请吴盈德教授发言。好，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先进以及代表，大家好，我是文化大学法律系吴盈德。那首先先感谢大院邀请我就这个部分发表个人的一点看法。那我就按照大院所提供的这个提纲的部分来进行。首先在提纲第一点有关于转型正义这个部分那
我首先先聚焦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定义上面，因为其实就法律的概念上面来看的话，你每一个名词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没有定义清楚的话，其实这个打击的范围可能会太大，也有可能太小，所以在定义上面我觉得要清楚明确，所以不能模糊。那如果按照这个转型正义条例，它在草案第一条里面所提到的，他说威权统治时期违反民主这个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不法行为与结果，那他的这个期间设定是以威权统治时期作为一个这个期间，但是其实我想就法律上面的概念来看的话，这个威权统治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面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它比较接近是政治学上面的概念，所以在这个期间上面来计算，你要怎么计算，也就是说你要从两蒋都算是威权统治，还是说到了李前总统邓辉先生的前半期都算是威权统治，还是说从戒严时期结束之后就不算是威权统治，还是说我们有了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才叫做不是威权统治？所以换言之呢，我觉得在期间以及这个时期的定义上过于模糊。好，那第二点呢，如果从法律上面概念来看的话呢，事实上所谓的威权统治时期我想就民进党版的这个转型正义条例来看它所泛指的应该指的就是我们在戒严时期那么政府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但是戒严时期呢，事实上它是有法律依据的啊，换言之呢，它是根据相关的法律啊，那么来公布而且实施而且限制或者形成的一个戒严时期。好，那在这个期间里面所做的相关的行为，好，有没有不法或者有没有超出法律所规范的这个范围？那么你去追究相关的责任啊，那么我觉得或许在法律上面它的定义上面还会相对明确一点啊，所以我指的是指戒严时期啊，那么来作为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义哦，是不是会比较恰当啊？那所以哦，第二点呢，这就会跟我们的提纲的第有关于原住民的这个原住民的这个权益的这个部分哦，在对不起，在提纲的第二点哈，就下一点哈，就是提纲关于日本投降哈，那么到动员戡乱终止哦，那么是不是能够彻底落实转型正义哈？是不是要向前延伸去包含原住民转型正义的诉求哈？那我想原住民转型正义当然是要保障了哈，因为这个事实上哦，这个平地同胞啊，或者是原住民的这个山地同胞，他们其实在很多的这个权益上面是受到一定的侵害啊。那假定今天民进党版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要把民进党对不起，要把原住民包含在内的话，好，那你的这个计算时期是要从哪里开始计算？那事实上，可能对于原住民的相关的同胞来说，他们这个计算时期会非常的久了，也就是说可能戒严时期是绝对不够的，他可能会往前再推，从从大陆过来的人开始算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时期如果你来看的话，在就这两件事情上面它是矛盾的，而且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想在法案上面，在定义上面这个部分是不是要再把它更明确化一点，更明确化一点。那第二个呢，这关于提纲的第三点有关于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有没有组织啊、现行法制的这些架构上面的冲突啊？其实从这个法案的这个草案的第二条规定哦，他说中央行政机关的这个组织的基准法、行政院法这些相关的规范，然后他又创设了一个说哦，他不在就这个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个委员会这个处长委员会处长会他并不在行政院组织法的这个架构之下他另外创设那么让他排除相关的适用那其实这个部分我 只提一个部分就是说四至五八五号其实就是三一九真相调查委员会这个部分，其实在大法官的解释里面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根据宪法的架构呢，立法院所能够做的就是跟立法权有关的核心功能跟他的权限嘛。那行政机关能够做的呢，也是跟他的行政权有关的核心功能跟权限。那如果今天你要把处长位放在行政院下面不是不可以，
只不过它的功能跟权限就只能够是行政机关该做的功能跟权限这样子。好，所以如果就这一点来看的话，促转条例所包含的范围实在是太广了，其实跟后面提纲有提到的都一样，也就是说它还有调查权，而且它还有人事的调用，它还可以把他们所需要的人从别的机关把它调过来，好，那么还可以指挥县警去搜索跟调查证据。我不禁又想起在前两个月才发生的事情哦，宪兵冲入民宅啊，那么去搜索啊，而且是找戒严时期的这个文件，那么才被民进党的委员或者是大多数的委员哦痛批说，哎，这个你这个没有按照程序啊，你该的这个该应该有的这个搜索票啊，该有相关的司法上面的这个基本的程序，你都没有完备啊，好，那么才被痛批这样子啊，那。现在的状况是促转条例可以把这个部分放进去，而且还允许这个县警人员可以做相关的这些行为。好，所以我想在权力上面哦，他已经完全背离了行政机关所应该要有的权限，所应该要有的权限哦。所以这个部分哦，是不是请大院可以再思考一下，可不可以再思考一下，在法案或者是这个条例的订立上面哦，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些修正啊？那再来是提纲的关于提纲的第四点哦，这个促转条例的草案跟政党法草案，还有不当党产的处理条例，在不当党产的处理的规范跟组织上面，三者的竞合关系哦。其实总结来说呢，这三个草案哦，大概最大的争议，我认为是在不当党产的部分，也就是说这个不当的定义是什么，还有相关的周边的附随组织。好，但是其实这三个草案就是有矛盾的，都是有矛盾的，也就是说他如果按照草案的第三条的规范来看，他说本条例所称的政党，指人民团体法所设立登记并接受政党补助之政党，附随组织呢，指的就是现在或曾经独立而存在，那么由特定政党控制的人事财务业务经营之盈利或非盈利性的法人团体机构。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促转条例的这个草案来看的话，姑且不论政党法或者是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简而言之呢，中华民国目前根据人团法所备案的政党，如果我数字没有看错的话，是296个。换言之，它的打击范围就是包含296个政党以及跟它有关的相关附随组织。那这个促转会的权力应该够大了吧？他可以清查所有政党的财产，当然，如果这样的条例可以通过，也很好啊。换句话说，也就不会落人口实说只有针对国民党，因为民进党也必须接受检验这样子。好，还有包含其他的政党啊。所以就这个促转条例这个部分哦，其实在政党法的草案跟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上面，在竞合上面，我个人觉得它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好。就说你到底这个政党的定义是什么，你是包含人团法下面说的政党呢，还是之前这个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所说的是指的是特定期间之前所合法登记的政党，那这个非常直接就是指涉的就是国民党嘛，所以我想在冲突上面是不是可以再思考。那关于提纲的第六点，我刚才已经有提过，就是关于这个可不可以强制的收归国，或者是进入人民团体去进行调查或勘验哦？这个很明显，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侵犯了一定的这个司法上面的权限哦，而且你也有要有相关的这个程序的正义必须要完备了哈。那最后我再补充提哦，我刚才刘姓人刘教授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我们的转型正义哦，这个真的应该值得我们的大院去思考有没有立这个条例的必要性。好，事实上一直以来呢，国家人权委员会以及228的受难家属的相关的基金会，好，发放措施，好，都已经不断的在进行。好，那么政党也历经多次的轮替了。好，那换言之呢，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正义有没有它的急迫性，是不是当前现阶段非得要处理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还有包括你的宪政秩序还有延续的问题。好，所以这些呢是不是都可以请大院再斟酌再参考。以上，谢谢。好，谢谢。再补充介绍已经到场的专家学者，包括施正峰教授，谢谢你，欢迎。
包括我们来自于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隼成研究员，谢谢，还有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薛化元教授，还有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倪仲俊教授也来到现场，好，还有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蔡玉荣会长，好，也到场。另外，高雄大学政治法律学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廖义明院长也到场，好，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李训民顾问发言。哎，没有开那个，好，麦克风。好的，对不起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学者专家，各位新闻界朋友，你们都好啊。今天是我第二次来参加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公听会。那这次来参加的话呢，看看整个提纲，完全是针对所谓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本身这个法令上的这个架构到底有什么样的缺失，我们来更进一步的来检讨，更进一步来，我想这是蛮细微的啊，蛮细微的。好的，我们首先看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看看这个转型正义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样。正义本身呢，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政治学上的名词 ，OK， 那么呢，实际上呢，人们都挂在嘴边，你正义，我不正义，我正义，你不正义。那么经过人类呢，东西方几千年来的这个辩论以后，实际上正义这个东西呢，本身就没有一个定义。你弄在这个法学上这个标题啊，实际上全世界上没有人这么做的，全世界上没有人。所以说你看看，再加上你这个转型两个字，那什么叫做转型呢？转型中的再转型。所以说呢，这个东西转型正义，这个法令上是绝对本身就出了一个大问题。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本身啊，顺便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政治学上是怎么讲。像正义的话，你看在我们几千年前柏拉图就有讲过，它是社会的纽带，个人的德性而止于至善，它是很空泛的。后来经过这个几千年来的论辩以后，但是中间我们不提了，你到了 John Rawls， 他讲出了所谓打破无知之幕，我们维系该纽带的这个社会契约，他将自由平等带入了他的循环论证。那照这么样子，他也讲不出什么是正义啊。所以说呢，你把转型讲上去，那不根本就是说难听一点，有点不伦不类。好的，那么呢，法律最主要是确定性。既然本身一个转型正义本身一个不确定性的话，那整个大架构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们笑看本案的这个条例，有时候我们很笑看，根本就是立法者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呢，所使用的政治工具。堕落成海耶克所讲的民主制度呢，是专断的决定合法化，最后彻底演变成不可想象的专制主义的制度。所以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再看看这转型正义条例这个四个大架构，它所针对的东西是相当分散的，可是却强而有力，可是却不是很集中的。这个法律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所以说我们本着这个法律人的这个良知良能来做这样的批判。好的，那么各位讲，哎，那李老师你讲的没有道理啊。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下面的这个法律细的结构，我们看看它这个适用的这个时间呢，它是到从1945年到动员戡乱截止为止。那这个短短的时间，你就截然的这划分了。那我们其他的政治问题，我们不要太多的联想。那很多的真相，那319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呢？环俊英受走路工事件的诬陷与高雄市长绝缘的正义，那谁来恢复呢？他都是在转型，他都是在所谓的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以后的发生的。难道那么再讲1945年以前的正义，那么都要轻轻放过吗？那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在哪里呢？那至少1985到1945年之间，日本人杀害台湾人以及原住民的残暴，比时更甚于228。以及白色恐怖，那谁来替被害者以及他们被害者的后人平反呢？
更过分的是，日本人那个时候所非法占有台湾人的经济利益，那更是罄竹难书啊，那真是不可原谅。好，这个是我们讲第一个有问题的。那第二个呢，我们看看转型正义的这个措施，它的现有的这个组织架构与现在现有的组织架构是不是有重叠架构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各机关所提供的资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国发会档案局，它对228的档案，我们有移转来自总统府的，有移转来自国史馆的，有移转来自行政院的、国安局的、军法局的。OK， 如果你认为有缺漏、有移转不实，甚至篡改、毁尸灭迹的话，那么民进党政府已经完全执政了，他从总统、行政院院长，还有国安会秘书长、国发会的主委，甚至档案局局长，这是事务官，都可以立刻处理妥当了。那其他白色的恐怖的档案、重大事件、政治档案也都可以比照办理啊。那么何必需要立法院提起如此重大庞大的这个组织工程，要设立一个像部会般那么大的这个独立机构，在宪法上是一个二级机构，跟部会一样，那实在是象章舞剑，志在沛公，那相当大的。像各位很多官员已经都坐在这里，我相信你们都做得很好的。OK， 经过两次政党轮替以后，还有呢，特别我这边是要提到的说，你看看整个促转条例，它拥有很多的行政上的调查权、行政处罚权，甚至第十九条的准司法权。因为你认为你有伪造文书、有隐匿的话，谁移送？当然是促转条例移送的，对不对？不会是其他机关移送的。所以我把它当十九条作为它的准司法权。好，那这个时候呢，在那么大的工程之下，立法院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应该超越合理的怀疑，甚至举证说明，在处理228赔偿、调查真相、档案的运用、保存、归类的过程中，有人故意隐瞒、移转不实、篡改灭迹的情势？如果没有的话，你增加调查权、增加行政处罚权以及准司法权，岂不是就是白色恐怖合法化的再现吗？ OK， 那么我们当然是不能走后退路。那笔者呢，实际上呢，我在昨天呢，也到中央研究院呢，我也借阅了所谓的保密局台湾站228史料汇编，它是最新的这个资料，它是由许云居教授所主编的，它是在去年五月这个时候出版的啊。那对彼时情治人员的渗入228呢，颇多真实的陈述啊。那史料来源是流露民间的啊。那架构所得，那么现今的马总统也在2009年的时候，在该史料发表的座谈会的时候出席，他全力支持该书的持续编撰。那么呢，这个书现在才出来，我也很期待看到第二册，不晓得出来了没有。那么蔡英文总统在520以后呢，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一席职权，你绝对也可以查出流露民间的这个资料，将更多的事实真相公诸于世。OK， 那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阿扁总统他呢，下令成立了这个档案局，到现在也都一直都做得蛮好的。对，目前当然是归属于国发会之下。那么现在的蔡英文总统，我相信他可以做得更好的。好，我们再来看看本案的促转条例第七条、第十八条，军队不当党产呢有特殊的规范啊。又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各位应该也都晓得啊，在政党法草案以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中，强力规范不当党产，也就是说呢，促转条例也好，或者不当党产这个处理条例以及政党法，三个法三管齐下 ，OK， 完全针对这个党产而来，完全是什么？主政完全是假独立机构设置之名，以遂其清算党产之实啊！我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我们关注第七条、第十八条的内容，我们看看竟然可以划定时间，推定人民财产取得不当，当然经过委员会决定以后，推定人民取得不当，违法移转为国有。更进一步可以扩大政党的附随组织，我想很多法律专家在这边，我想无法想象会有这种法律，以及无限制的限制处分，并在呢促转条例第十四条，它扩权可以进入公民处所内调查以及勘验，完全毫无司法的授权，明显侵害宪法上所保障的人权。所以说呢，促转条例完全是恶法，我觉得个人觉得是蛮荒诞至极的啊，莫此为甚。所以如此残缺的法律，我们岂能容忍于国会殿堂 ？OK， 当然，我们台湾呢，已经早已步入民主法治国，
特别从解严以后，那所有228档案、白色恐怖档案都独一无二的解开，很多真相也慢慢呢让大家所了解。那蔡英文总统也将于520所就职，立法是不是应该帮助行政站在历史的高度，顺势波浪往前看，绝不是逆势划桨往后退啊？那揭露伤口、长仇恨、破坏和解，台湾已经没有本钱在空转。在既有的机制下，228、白色恐怖的真相内容，我觉得终会让全国老百姓他所满意的。OK， 那所以说各位可以看看，我再回到我本职，什么是正义的真相、转移的正义真相？我们讲说郑捷在昨天被处死了，他是合乎大数人的正义。OK， 那这个大家也都不置可否。可是郑捷以外，我们还有好几百位已经三审定验，而且延误多年，而还没有执行死刑的，那他的正义在哪里？当然，我讲这些，我是要导入大家对正义的解释，甚至三审定验的也都有如此不同的看法。更何况你要把这个促转正义条例变成一个法条，一个框架化，确定一个时间，然后有那么大的这个主题要去做。实际上这个法律绝对是残缺的，我觉得绝对不容于立法院国会殿堂。好，报告完毕。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王可富律师发言。各位先进，各位来宾，各位委员们，大家好。这是本人第三次到立法院来做这个所谓转型正义的一个报告。前两次是代表一个好朋友，一个胡先生啊，他这个代表他来的。这次我代表我自己向各位来报告。重要的是什么呢？刚才听到有这个朋友啊，也是有我们这个学者专家，他对这个转型正义这个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对这个正义这个正义这两个字啊也发生不同的解释。本人不是倚老卖老，我今年是90岁的人，同时我在国内9个大学做过教授，很多的这个所谓要人啦、学者啦、专家啦、法院院长啦、检察长啦、教授啦，都是我的学生，很多都是我的学生。我这个意思讲就是说，我经过很多的法律上的迫害，跟没有人权的这种势力太多了。不单说这个转型正义一定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要加强他的这个力量，加强他的这个权力，更是要积极的要做。所以我觉得我持相反的解释。那现在在没有讲为什么要讲这个一定要有转型正义呢？我有几个故事先报告各位。最显明的就是刚才有学者提到说，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这个政府好像对这个尤其这个法务部，他对这个死刑啊现在至少有42个人已经判决确定了，而且三审呢、这个都确定了，不能够上诉，也不能够非常上诉，不能够再审等等。这个早依法呢，这个法务部啊部长啊应该老早就要执行的，他的不作为，我在一个礼拜以前
已经告，已经向这个检察署啊，高检署已经告他非法的不作为，有渎职的嫌疑。所以是不是这个郑捷正好就是执行死刑，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法务部长有这个义务要执行这个死刑，不因为说你人道的问题或者是什么参加这个这个联合国这个什么这个公约的问题，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重要的是法，所谓正义的意思就是说要执法的人一定要执法，不能够按照你个人的意思高兴就执行，不高兴就不执行，或者甚至于说因为这个佛教的原因啦，或者是宗教的原因啊不执行，这个是违法的。所以法律啊跟这个所谓这个宗教是两回事，所以不能说因为宗教的关系而不执行法律，这个是不是很好的一个公务员。第二呢，我倒过来再讲，最近我们在报上看到屏东的东升级16号渔船被这个日本人在这个所谓叫做这个公海上面，他把我们的到这个我们的渔船上面去搜查啊，甚至于把这个船长都带到这个日本的这个国家里面去啊，这个搜身啊等等啊，还要罚金啊，罚了100多万，这个等等呢、啊，是我们所以现在就是说没有无能的这个没有用的这个总统要做的事他不做，他莫名其妙跑到什么南海去示威这个主权，这个浪费我们国家的国辱啊。所以我呢也在这个上个礼拜已经在这个屏东地检署啊对日本这个政府啊来提出这个告诉。什么道理呢？因为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这个刑法第334条第二项第三款的规定啊，有海盗罪，他这个日本这个所谓这个 Coast Guard 这个一个保安厅的一个日本这个保安厅的一个英文的名称，它 Japan Coast Guard 这个名称呢，就跟我们中国的叫台湾的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Executive 院是相同的，它不是海军，它是一个保安，是一个警察一个单位，它没有这个权利能够到我们这个我们属于我们国家的一个领土。那我想大家学者尤其这个学法律的人都知道，在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船舰上面，船舱或者空这个飞机上面，在这个犯罪的话，主要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法律的制裁的。所以他换句话说，日本人莫名其妙的跑到我们这个渔船上来这个搜查了等等，把人逮捕了，剥夺了他的行动自由了，而且还罚金了。那这个政府，我们交税是要他做什么的？要他为我们人民做事的，要我们为老百姓做事的，而这个没有用的马英九，他竟然不去做这个事，他竟然去跑到什么南海就宣示主权了等等，把那个老弱残兵还带到那个南海去看，花了我们250万块钱。所以简单的讲的话呢，这个政府应该要做的事，这个也是要转型正义的。应该要做的事，为什么呢？你政府不做的事情，立法院他有这样一种这个公德的心，同时有法律的一个精神，他来执行，来成立这个所谓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这是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个故事呢，我上次略微提了一下，在这个前年3月17号到3月20号。这个慧眼法师啊，这个叫做慧眼法师，是我们以前的这个所谓陈水扁总统的这个国师，叫做慧眼大法师。他这个呢，跟我呢，还有跟一个原住民一个老兵，
那再这个就是原住民的老兵，台湾人，我们三个人跟这个另外的这个乡亲啊，200个人到大陆的郑州啊去这个祭拜，去这个招魂呢、啊，所谓的迎魂呢、啊，把这个台湾的老兵有20000人，在这个在60多年前被这个政被这个国民党的七十军拉赴拉到这个大陆去，20000个人被拉到大陆去打共匪，结果15000名死在大陆。在这个死到大陆，另外的5000名呢，变成这个共产党的俘虏。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或者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就像这马英九一样的，他说他是这个台湾人，他说他死了变成台湾鬼，他以前说过。那现在台湾人真正有事了，他不去做。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可见的，我们这个法律啊，的确要这个转型的，要这个正义啊，要伸张的，啊，所以我赞成呢、啊，这个转型正义啊，的确一定要实行，而且很快，还不是要想很慢啊，不是说已经有了这些，有了不做就等于没有做嘛，没有做的话，那根本就这个正义没有伸张嘛，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啊，这个可能大家也了解的，这个我们这个在美国啊，我当时在美国发生一个江南案，这个也是我们国民党的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他为了要这个帮助这个蒋经国呢，他就派这个所谓这个黑社会的这个程序里呢，就派了一个董桂生呢。去这个到这个美国去杀这个江南，这个江南杀完以后呢，到今天为止啊，对这个杀害的这个被他派去的那个人呢，一点都没有这个报酬。相反的，被杀的那个华侨啊的这个太太啊崔永志，反而给他145万块钱的美金。作为所谓人道这个是补偿金，这个事情呢，有这个以前的这个行政院长，谢长廷，他当时也做律师，他收了这个钱。那换句话说，这个钱就是不当的这个我们这个党产，也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国辱啊。他就莫名其妙拿着去赔这个人家这个江南的太太。所以这个等等很多不平的事情，因为基于时间的事情这个关系啊，我不一一来赘述，请你参考我们这个我们这次的文件上面也有我说这个本人的一个著作，请求这个请大家能够指教，谢谢。谢谢。谢谢王可富律师。补充介绍，刚刚也有到场的本院的委员哈，廖国栋委员跟张宏禄委员也有到场哈。那接下来我们邀请邱荣举教授发言。主持人、各位委员、各位前辈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我今天的发言呢，分三部分啊。第一部分呢，先简单做总的说明。第二部分呢，针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发言。第三部分，针对台湾现阶段的转型正义的落实呢，那么也做一些说明啊。首先呢，关于这个转型促进转型条例草案的这种制定和推动呢。本人是高度肯定啊，我主要是针对台湾过去的这个政治史呢，那么到现在台湾是一个走向民主政治的这个国家，要怎么样进行民主巩固啊，
那么怎么样对过去不公不义的事情呢？那么进行平反啊。那么我自己也是政治受难者的这个后代啊，算是青商者的这个后代啊。那么几十年来呢，那么在台大政治系政治研究所念书，也在台大教书啊，所以长期呢，针对这个白色恐怖啊，那么政治事件之类呢，那么也花了不少时间啊，那么和心力啊，那投入很多的这种研究啊，所以感同身受啊。那么最主要的还是看世界各国呢，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啊，包括中南美洲啊、欧洲或者南非等等哈、啊，那么他们也在推动转型正义哈、啊，那么相当不错啊。所以作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一份子的话呢，那么怎么样共同哈、啊、来平反哈、啊、过去不公不义的事情哈、啊，包括对原住民哈、啊、同胞啊，我们也必须考量在内。所以呢，我是高度肯定哈、啊、这个转型，促进转型正义条例的这个制定啊。那第二部分呢，是针对这一次转型正义条例的草案呢，那么我有几点说明哈、啊。第一个呢，关于这个转型正义啊，定义呢，那么这个很多啊，那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啊。那么，不过国际转型正义中心呢，已经呢，那么针对各国啊转型正义的这个经验哈、啊，已经归纳出呢，起码有七个重点呢。一个是真相调查，第二个是起诉加害者，第三是赔偿受害者，第四是追思与纪念，第五呢？和解措施，第六制度改革，第七人事清查啊，这个几个重点工作哈、啊，大家也都知道哈、啊，但是要怎么落实的话呢，就不容易了哈、啊。台湾过去呢，那么已经有这个228啊，这个补赔偿条例啊。那么也有228基金会在进行228事件的这种平反，后来也有哈、啊、这个戒严时期哈、啊、这个补偿条例哈、啊，那么我过去也参与过哈、啊、这方面相关的，所以十多年来呢，那么也看了不少的这个原始档案或者相关的这个文件，总的来说的话呢，转型正义哈、啊。过去我们这么多年来，民进党执政之后哈、啊，那么国民党又再度执政，已经共同推进啊。不过，还需要再加把劲哈、啊。有这个促转条例的这种出现，共同连结在一起，继续向前推进，就可以再创高峰啊，好好的平反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这个促转条例草案的这个适用期间问题哈、啊，那么台湾有过43年的动员抗战时期，有38年多一点的这个戒严时期，也有啊长达47年左右的白色恐怖统治时期。这三个时期的这个交集呢，就是38年多啊。那么我是认为呢，光是战后啊的这种政治事件，包括228事件、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这个处理这方面的平反呢还不够啊，包括原住民方面的这个相关问题的处理呢，我是高度赞同哈、啊，它是真正的啊早期的这个台湾人啊，我们后来的这个汉人过来的话呢，那么所以现在哈、啊、叫做四大族群也好，五大族群也好哈、啊，大家都是台湾人哈、啊，所以对于总体的这个过去的话呢，我是非常的赞同，要涵盖有关台湾原住民转型正义的相关诉求啊。不过呢，这个谈来谈去的话呢，我过去是花了不少时间做这个战后的这种228事件的这种关怀哈和参与，但是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做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这种频繁的这种工作哈，所以接触不少。最近呢，因为去年呢、啊、有这个1895的这个这个台湾乙未战争的这种反思啊啊，所以也进一步认为呢。要往前呢，再延伸啊，包括一些原住民的事情也好，或者是1895的时候呢，
那么台湾人民哈、啊，闽南客家啊，还有部分的这个原住民呢，也有参与哈、啊，共同呢捍卫台湾哈、啊，这个保卫家园哈、啊，牺牲奉献，到现在呢，对于他们的这种追思，对他们的纪念呢，很欠缺哈、啊，都是只有大部分是日本观点哈、啊，少部分是中国的观点，就很欠缺台湾人民立场的这种观点，所以在教科书方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纪念活动方面的话呢，也有待加强。所以有关于这个试用期间呢，我是赞同要能够向前哈、啊、这个延伸啊。第三就是这个有关这个促进条例草案哈、啊，和这个战后台湾政治案件频繁的这个关联呢，刚刚讲过。就是我们过去已经有这两类的这种补偿条例啊，有相关的基金会，不过那个补偿基金会那么已经解散了啊，相关的事情呢由这个228基金会呢那么来协助处理啊，很难得的是228基金会哈、啊、这几年来哈、啊、这个在这方面包括这个白色恐怖政治案件的这个协助处理呢办得可圈可点啊，这个廖基斌执行长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确实让人佩服感动啊。总的来讲，他们的这个团队呢，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不过呢，现在呢有这个促转条例的这种出现的话哈，更能够哈、啊，这个能够相互的这个连结哈、啊，这个能够接轨哈、啊。也就是说，战后所有的这种各种各类的政治受难。啊，包括中立事件呢、啊，或者说现在还有1800人以上的政治受难者哈、啊，是补偿条例，那个是有存在，可是呢，已经不能申请了哈、啊，所以，这种促转条例的这种能够有的话特别好。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说，关于这个促转会的这个主要任务项目，刚刚讲了哈。啊有现在有四大任务哈，我就认为哈应该再加增列哈第五项哈，就是包括这个1895年这个台湾乙未战争在内的哈，这个是第五大这个任务项目。那么因为它是这个台湾有史以来哈这个牺牲最多哈最为惨烈的哈。以上这个是第二部分我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关于台湾的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落实呢，这个。我相关资料这边有提供给大家参考，最主要的还是讲说这个过去啊，我们到底228事件也好，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也好哈，那么有多少数量、多少类型哈，那么通过学者、专家寻寻觅觅，那么去探索。那现在很多的政治受难者啊，甚至于后代呢，那么年事都已高啊，或者很不方便啊，那么怎么样子就是说这个透过这个这个促转条例的这种出现的话呢，能够呢结合啊这个学术界啊，还有政治受难者啊这个团体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团体呢，等于官方跟民间呢，大家呢能够老中青呢共同结合在一起呢，那么从各个方方面面呢，那么共同来推动啊，从法律的啊，从政治的啊，从教育的啊，从这个这个教科书啊或者史学等等哈、啊，共同来推进。那这样的话呢，台湾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宪政的这个国家啊。以上呢，我是就我个人多年来哈、啊、学习政治哈、啊，那么也研究政治哈、啊，那么提供的几点意见哈、啊，请多指教，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请薛化元教授发言。谢谢。各位专家学者报告哈，谢化元教授因为有事情，所以提早让他发言，好，不好意思，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很抱歉哦，因为下一边有另一场会议失礼哈。我想今天的主要是针对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的第三场公听会哦。那我想先简单的针对这个委员会来提出的提纲哈，有一些。问题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哈。刚刚有几位先进都提到，说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距从1945年8月15号定到1991年，动员戡乱体制终止为止哈。那我想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转型正义而言，基本上就是从一个已经进入到民主宪政体制的状态之下，
去回顾过去啊不符合民主宪政体制状态下的国家的公权力以及相关的组织或者是人士对人权的不当的侵害，做一个历史的回顾的工作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也许有人问说，中华民国已经行宪那么久了，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想各位可以做一些历史的回顾啊。首先，在1946年1月，就当时还没有制定宪法，蒋介石主席啊，就命令孙科召开会议，针对当时寄存的相关的法律命令，侵犯人权、违反民主宪政的原则的部分，做历史的处理。不过，做了结论之后呢，来不及实施啊，随后就进入了动员戡乱体制，所以当然也不会进一步再处理啊，这是第一步要先说明的。换句话说，在宪政体制之下，那原本存在的侵犯人权、违反民主宪政的状况是没有改善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说，那到了中时到行宪以后，甚至到1950年到台湾来以后的问题呢？国民党之前那个很资深的党工许宏明教授在他的著名的论文中早就指出啊，透过国民党的改造，国民党以党领政、以党领军来建构整个当时宪政的状况之下，所以当时的国民党当然不能够视为普通的社团法人啊，在宪政体制的部分，刚刚被纳入国宝的那个《中华民国宪政实行约法》明白规定，中华民国的五院全部要对国民党负责，我这是必须应该做一个历史层次的说明。因此之故，因为当时并不符合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那造成对人权的侵害，只有必要做特殊的处理。所以它本来就是不正常的，要处理一个不正常的状态下的不正常的一个法律的立法，所以无法完全用正常的方式来思考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呢，中时根据戒严法，针对戒严时期，人民遭到军法审判的部分，也明白规定在解严之后有救济的可能。可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87年解严的条件，就是通过了国安法，冻结了戒严法内部的自力救济的可能。这是为什么后来会有刚刚邱教授讲的那个不当补偿基金会的原因。所以换句话说，连戒严法所规定的这个救济一直直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得到救济的状况。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要做特别立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包括实现的问题，包括刚刚讲的特殊的状况。那针对整个转型正义的适用，我刚刚说应该是要针对整个这个不是民主宪政体制之下公权力及相关的组织和个人对人权的侵害做一个限制啊。虽然目前的这个草案内容里面，我也建议啊，针对其中个人的部分，应该要明显的确认它的范围啊，不然就感觉定起来可能太空泛了一点，就直接跟刚刚那一种侵犯人权相关的个人啊，这个来做一个处理啊。另外呢，针对各位先进刚刚提到的说，目前已经有国家人权咨询委员会啦，档案局啦，都做得好像还不错。为什么需要再制定这些相关的东西？因为咨询委员会嘛，它基本上就不是一个行政的机关，它没办法做出行政的作为，好来做这一部分的处理。那第二个就是说，档案局但做了不少的工作，可是各位都知道，档案的调阅跟取得相当的不容易啊，而且有许多的档案并不是国家档案，它并不是在档案局执掌的范围内。那关于这个部分，我也想跟各位报告，就是我所服务的政治大学那前不久就发生一件事，就是收到官方的来文，要求我们销毁图书馆的一些图书最后是抢救下，理由是什么？那就是在我们刚刚讲那一个威权体制下的相关的记录建立，他直接来文就是要求销毁。所以我个人建议贵院
在因为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可能立法很长一段时间了，为了保全历史的资料，恳请修改档案法，明白的规定，在1992年以前的档案，至少在什么样阶段下要先暂时停止销毁，这是已经为时已晚，但是亡羊补牢了，终究还是有它的历史 的意义了。那再来针对这个条例的本身哈，我想必须说明，刚刚也讲到原住民的部分哈，我觉得目前的第六条的规定哈，因为明白就是所谓贫富司法不法的部分嘛，可是转型正义当时的问题在面临的人权问题，不是只有司法的部分，有很多是用其他的方式来作为，更不要讲说可能不是用政治案件的方式来处理。那我举几个例子，譬如说雷震办自由中国，讲到孙连锦案，他因为被行政单位逼迫就自杀。那譬如说连国民党的高层的王世杰先生，后来当中央研究院长，各位搜寻一下传记文学，看一下罗家伦日记怎么写王世杰碰到什么事情，我想各位就了解历史的真相的调查跟责任的追究的重要性。另外包括唐龙铁工厂，他如何从民营变成公营，请各位也可以再考量。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权的侵犯不只是想象的政治部分，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只是司法的部分而已，应该做进一步的扩大哈，才能够符合这个现实上的需要。那至于刚刚先生们提到说，那跟或者是刚刚提到说啊，他可能跟不当党产处理条例的草案啊，跟正当的草案的话有一些竞合的问题了。那我想基本上促转条例本质上啊，它第一个它是特别法，第二个它是框架立法啊，所以在这个草案里面本来就提到有关像党产的相关的法律的另定的问题，所以应该不至于有竞合的问题。至于正当法，它不是个特殊法，它是一个要规范国家正常体制发展的法律，所以未来我国的政党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要件，有哪些东西必须禁止，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在1945年以后的西德啊，针对政党的规范啊，也很值得我们参考，因为这是万年防卫性民主所必须的一些重要的部分哈。那，我刚提到说，可能针对个人的部分必须做进一步的界定哈，可能这样会比较清楚。第二部分，我也认为啊，在调用人员的部分，因为那个行政机关，因为行政一体的原则的适用问题哈，可能那个相关的法条也有在修正，那更明确的必要啊。那第15条里面，有关那个资料的取得的部分，我认现在只针对政府机关做规范，非政府机构部分也应该做相关的规范跟保障哈。那至于像那个资料的调阅处理等等的问题，实际上在228事件处理及赔偿条例里面有做一些违反这调查不肯提供资料的处罚，我建议应该参考做处理了。那整体来讲啊，转型正义的目的是透过追求真相、追究责任而达到和解的部分。我认为目前这个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的草案里面呢，在就职的部分也应该做进一步清楚的说明，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历史的目的啊。整体而言，就是因为过去台湾处于非常状态非常的久，那么要进行这个整个体制的转型跟处理，也需要特别的法律来处理。就此而言，建立这个法律应该要经过审慎的审查之后，迅速加以通过，才能够有效的推动转型这些相关措施。以上，谢谢大家。谢谢啊，薛教授。接下来我们请施正峰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先进哈，我先根据这个提纲哈，那回答，然后再根据这个草案跟哈表示浅见哈。所谓转型正义哈，它应该
其实这是一个在政治学哈，一个学门，一个算是一个哈特长，甚至有一些期刊哈。转型正义是说民主转型过程里面，对于过去历史上的那些历史上的不公不义，我们要如何去面对它？好，那它当然这个背后里面就是说，如果有转型正义处理以后呢，好，那才有可能做和解。好，那才可能会有和平，才可能会有民主，好，所以它是一个必要条件的，好 ，OK， 那我看了一下中东欧，哈，就是1989年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哈，从目前差不多有35个相关的这样子的法案，就中欧跟东欧，哈，从1991年的捷克到2012的马其顿，总共有35个。好 ，OK， 所以这应该不是很特别的哈。那当然，国家因为它的这个是旧势力的，这个盘根错节的程度哈，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包山包海的，有些是比较特别的哈啊，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做法哈。那这里提到就是说，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定义等等哈，或者说我们应该讲说不公不义包含什么？我觉得不公不义不应该只是包含政治层面的，意思就是说应该有政治的支配、经济的掠夺、社会的歧视跟文化的剥夺，这四个层面都要有。可能民进党可能比较关心的是第一个了，坦白讲。好 ，OK， 我觉得后面这三个好，在我们的社会上可能都还继续着存在。好，那社会分歧都其实是大家不讲而已，真正选举的时候就会出来的。好，第二条就是说有关于这个所谓的时间的这部分呢，哈，那我会觉得呢，好，应该要往前。好，也就是说这种的历史的不公不义呢，不是只有到战后国民党来而已。好，1600年就是400年来的这样子的，尤其是这样子的包括土地的掠夺哈，我刚才讲社会的歧视，包括文化的这个强迫认同这个部分，而且呢，到目前为止还持续着，还在影响啊，特别是原住民这个部分。我们如果可以看到说日本人就是强盗的话，那国民党就是就地合法，那也是差不多也是小偷了。好，那就是国家就是一个所谓的有牌照的强盗跟小偷了，是差不多的，这就是就地合法。过去比如说我们举例说海岸线好了，可能因为有海防的问题，所以呢必须国家禁止我们阿美族等等哈来做类似的相关的可以做从事他传统的渔猎的这样子的所谓的活动啊。那现在已经没有的时候呢，为什么各级政府呢抢着要 BOT 然后要卖掉呢？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原住民可以同时归还传统的这样的领域的时候，如果环保这个部分可以处理的时候评估，那我们为什么不交给原住民来好来做发展训练我们自己的原住民的人才、经理人才，然后呢就不用在我们的都会区里面流离失所。好，所以呢，我认为应该要往前的。那当然，刚才谢化元等等先进有提到，包括王律师有提到说，其实不是只有原住民的部分。好，我们说，比如说台籍老兵的部分，啊，他的这个大概有一些，大概20000左右。好，那往前呢，闽客之间的局域。或者是说往后的这些财产这个部分，不是只有国民党党产的部分，有很多地方上的老百姓，其实包括在日本时代一样，就是说这些财产等等，就是一把手枪放在山上，在桌台就是所谓的桌上，然后呢就被迫签了一些把土地等等交出去，这种东西还在进行之中。好，我想这是应该要涵盖的。那有关第三条，也就是说啊，目前里面有太多的组织，是不是会叠床架屋呢？我认为哈，就是因为现有的体制、现有的组织架构没有办法处理，才会需要有一个特别立法。我想中东欧就是这个样子哈。那甚至于呢，过去在党国不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是合法的，是没有，而且当时可能也没有法律可以处理的，所以我们才必须要这样子啊。那我另外还举出来，就是说，其实比如说我们原基法里面规定说应该要土调会，那就是因为受制于所谓的中央政府组织法，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做。那像类似这种东西，其实是说现有的体制里面已经局限了我们可行这个部分。好，待会我们有看到郑天才委员等等另外提了一个法案。好，
那另外第四条，这第四个问题说，民进党已经提的相关于促转条例以外，还有政党法，然后不让党产这个部分，三者之间的关系哈，我当然可以理解的哈，民进党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说多方压住了，因为他不知道哪一边会过了。不过我想觉得，这民进党应该在国会多数，应该是不用担心的哈。所以我目前看到说，民进党至少在促转条例是应该是有整合，我倒是觉得比较这个部分。比较不担心了哈 ，OK， 好，有关于调查权这个部分哈，我想一般我看了类似的这些相关的法案里面，大致上大概分作司法、行政、立法这三个部分了。一般来讲，如果比较没有争议，或者是说它政治可以处理的，放在行政部门；如果呢争议性很大，好，那一般来讲会放在国会下面。或者是如果有所谓的监察，那我们看到问题就是说，目前如果是放在监察院，监察院以及马总统包括大法官这个部分都处理完了，监察院的公信力是不够的了。我是觉得放在国会这个边大概就是吵架了。好 ，OK， 那如果放在大法官会议下，司法院下面，我看大家对司法的这个所谓的公正性也是怀疑的哈。那所以呢，如果是有民意基础，我是倒是觉得，反正民进党是全面执政嘛，就让他自己去负责好。好 ，OK， 那刚才有一些先进提到说，他没有三级三审等等这个部分，我要提醒就是说，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调查权，不是一个审判单位啦。好 ，OK， 应该我看到也没有说针对于个人要起诉等等哈，所以应该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那另外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有关于人民团体这个部分收归国有等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侵犯人权？我必须要讲说，那些国民党的过去那些东西是狗屁倒灶啊，没什么好讲嘛。那如果其他民进党有当场，那就去处理嘛。时代力量有的话就去处理嘛，没什么好的。你如果心中没有鬼的话，我其实没有觉得特别的反对。其实我们如果看到中东欧来讲，目前的做法就是共产党的党产呢，要不是就是冻结，要不就是国有化，然后呢归还，再不然就是拍卖。其实是应该是很清楚的啦。我觉得民进党还算客气的，我坦白讲。好 ，OK， 好，那我针对这个法案，我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哈，有些这个。两分钟哈 ，OK， 我觉得呢，目前这个部分呢，哈，如果他现在第二条，他有三个、四个哈，已经讲好的，就是这个下面分个小组哈，我觉得呢，第五个部分就是说，应该其他的部分应该就是可以放原住民或是历史的部分，甚至往前挪到第一个了，这是我的建议了哈 ，OK， 好，那刚才有朋友提到说，我们先前提到说有关于党史馆的部分了哈，那提到有一些可能在中国做所谓的地下这个部分了，我必须讲说这些在公布的时候呢，那是不是应该我们也可以跟好像我们类似于国防委员会等等是要闭门的，不是开放所有的，包括国家档案局目前也是要做研究才可以。如果有地下工作人员，我是觉得应该可以是保护的。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像共产党一样，东欧、中欧一样，就是说太多过去的情治、特务这些廖北亚等等，这些人是国民党经过各种方式，然后到国外、国内拿博士的，已经充斥着国内的大学里面，继续在荼毒、误人我们的子弟。我觉得这应该是要清除的。我们看到东欧就是这个样子，你在大学里面是不准这些人进驻的，那我们还是要保护这些人嘛。另外我必须要提一个是国家安全这个部分，万一这些人过去是廖北亚，然后有一天他忽然也加入了社会运动，那忽然有一天也变成民进党的部会首长或行政院长怎么办？那老共是不是会拿这个东西来做他的威胁，国民党拿这个做威胁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中欧、东欧里面他们当时要加入北大西洋工业里面最大的条件，说你要去处理过去这个部分。好 ，OK， 好，我快一点点好了哈。我觉得第十九条这个处罚这个部分太低了，五年以下。好，五年以下太低了。万一他真的很狠心的话，就把党史馆的那些东西就把一夜之间全部烧掉怎么办？好 ，OK。好，我要同时我要警告大家，就是说那些过去国民党的海工会、轻工会、陆工会那些人充斥在我们国立大学里面，好，这些是绝对不允许。那我觉得五年是太低的。那有关于我们看到郑天才委员这个部分，我觉得呢，我土调会很重要，但是是因为我们延机法就有，
是应该民进党应该去督促，应该要成立土调会，要排除这个所谓中央基本法这个适用这个部分。好 ，OK， 我觉得没有必要放在这边。那我觉得这时代力量，我这个再讲一下子哈。时代力量这个部分，我觉得呢，目前为止呢，它某种程度大概就是把原住民的部分跟民进党做了一个整合，我觉得应该我是觉得还不错。好，那当然还有一个是这组织架构部分，我觉得它也处理的不错，也就是说它维持的总统府这边位阶一个位阶比较高的。然后呢，行政院院长这边来开会，同时他也要参加我们行政院，有一点点他是这边是比较位阶比较高的，象征意义的。然后这边是比较行政所说的推动会。那这样子呢，总统府总统他就可以透过行政院长来跟这个所谓的各个部会要资料。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会比较可以接受了。我想就先讲到这里，好 ，OK。谢谢薛教授。接下来我们。邀请李准神，李准成研究员，不好意思，哈，谢谢。主席，各位先进，请跟大家分享我的个人的一些心得。刚刚很多先进也都讲到，比如说中东欧还有其他国家的这个转型正义新创条例。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是看看是否这些国家就特别是在德国前纳粹德国或者西德也好，或者是今天的东德也好，是否像他们所宣传那个样子，真的就是已经完成所有的转型工作了？好，我们请看下一张。我们先看这位人物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他叫冯布劳恩啊，冯布劳恩，他曾经是德国党卫队的上校。那么党卫队是什么组织？是希特勒下面啊，是很核心的一个组织，汇集很多人才。那么他当时这个上校，后来呢就做他是做德国 V2 火箭，就是我们今天从德国本土可以打到英国的火箭，当时非常先进。后来美国人就把他网罗了，进入 NASA， 进入那个太空总署做整个探月计划负责人。所以说，他是1933年加入 SS 啊，1943年由党卫队领导人希姆勒，他把他晋升为上，就是相当于上校。那么1945年被美国俘虏。那么，请看下一张。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是他穿西装的照片，他跟德军同事的照片。请看再看下一张，这一张也是穿便服。再请看下一张。那这是他到美国去之后跟美国将领合照的照片。那大家觉得很奇怪，他既然是参加了党卫队，他一定有党卫队的制服，因为这是当时德国的惯例，而不仅是德国惯例，其实当时参加者的光荣。可是他穿党卫队制服的照片已经全部都不见了，所以我是很赞成说档案要全部开放的就是说档案必须全部开放才知道这些照片叫流落何方。我们现在完全找不到他穿党卫队制服的照片，只看到他穿便服的照片。好，请看下一张。这是From Nazis to NASA， 这是我们就是有的把他历史都找出来。那再请看下一张。这Rocket Man 火箭人，他是很著名很重要的一位做了很多贡献，我们绝对不否认他的天赋跟努力做了很多贡献，但是他的历史并也没有被清算，还是被重用了再请看下一张。这是 Time 杂志给他的时代封面，评价很高。好，请问，那所以我们再看第二位很著名的 Hugo Boss， 那他是今天当然是时装界的巨人呐、啊。那可是他是以前做什么呢？他是以前纳粹SS 冲锋队 SS 党卫队德军 Wehrmacht 这些时装服装设计者跟生产者，今天是时装大师。然后1931年 Hugo Boss 加入 SS 啊，开始提供各种的制服冲锋队啦，党卫队的制服都是这样。开战之后啊，就提供德军的制服了。那我们看他营业额，1932年的时候营业额才30000多这个德国马克，1941年就变成这么多了。所以可见他大发战争财。那对比我们再对比另外一个法国二战时期的米其林，大家都知道他是餐厅，事实上他本业是做轮胎橡胶工业起家的。那么像轮胎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所以他1/5的轮胎是送往德军的。那他的德国法国在德国占领期当中，每一天要付5亿法郎的费用，负担德国占领期5亿法郎的费用，所以整个的法国公务员跟整个的法国的许多民间机构，通通参与资助德军。那所以这些人要怎么清算？也没有清算。请看下一张，这是1934年以后 Hugo Boss 的他的服装的那个产品的行路，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党卫队德军的一些制服请看下一张。那这是 Hugo Boss 当时的名片Boss 他就上面可以大家看他的德国花体字 SASS 还有 Uniform， 这个是德文英文都是一样，大家可以看得懂再请看下一张。那再我们看 BMW，
那 BMW 也是大厂，它也是生产德军车辆，那这是著名的德军的野战R75的那个摩托车，我们可以看到它车旁边就有一个座位啊，这两个人可以坐啊，可以上面它的机枪是著名的德军 MG 系列的机枪，一分钟可以射速可以到达10,000发啊，请看下一张。这也是他的照片，请再请看下一张，上面有一个标志啊，再请看下一张，大家看到 BMW 的标志了吗？那是到今天都没有变的啊，到今天没有变的，那他也是大发战争财了啊，再请看下一张。那么BMW 跟 Hugo Boss 啊，他们后来呢，在2011年法国法新社终于有个报道，他们是承认了跟纳粹德国的密切合作，而且使用奴工，但是战后他们从来没有被清算到。这是2011年法国法新社的报道，可以看，就是我、哦、虽然是法文呐、啊，因为我个自己在法国念书，但是他下面的 collaboration 哈、啊、collaboration with the Nazi 啊 Nazis 呢，都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得懂。好，再请看下一张。那我们就看为什么要从转型正义，很多就是很多先进们都说是从中国民主化之后，是不是很多学者也主张是从二次大战之前就要开始算，然后二次大战之前跟之后都要开始算，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中国推倒是苏联是当时的共产党，那这些共产党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所扶持的，那苏联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在中东上台呢？是因为他打倒了纳粹，所以他是完全一系列的历史的发展，我没有办法切断。那我们就看，如果是这个苏联共产党，他是不义苏联共产党所扶持这些政权都不义政权的话，那么目前这个苏联红军的纪念碑要怎么处理呢？各位请看这个苏联红军纪念碑，它今天是在柏林国会大厦之前的苏联红军纪念碑，可以看这是它正面了。等一下，就是它左右两侧呢，还有两辆坦克车，是苏联当时攻入柏林的两辆坦克车，啊，至今都还保留在原地啊。再请看下一张啊，现在这一张是比较近一点的，再找到了哈。再请看下一张。我们可以就是比较拉近，我能够找到最近的就是这样子了，拉近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下方有一个标志，就是水泥的纪念碑下面有个标志，那是苏联红军的。那我们可以看它上面的，可能不是看很清楚，那钢盔都完全是苏联红军的标志，因为二次大战其中德军70%的伤亡是苏联红军造成的，这是我们一般在二战史观的比较少去探讨，但是因为法国是非常二战的时候是惨烈形成很惨烈啊，到巴黎目前的地铁站都还有以。这个都还有有一个声叫斯大林格勒战，就纪念1942年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战的，所以法国这方面史料相当的多啊。再请看下一张，那我们就看这苏联红军纪念碑，到现在两辆苏军的坦克还要保留在原地，那算是不义的呢？啊，就是好、啊，再请看下一张。这个坦克，这个侧面看很久，大家请看它的左下角，很抱歉不是很清楚，左下角不远就是德国布兰登堡门，就柏林的精神标志，类似巴黎的凯旋门。啊，再请看下一张，这是德国布兰登堡门了。那我们就请回到上面一张了。就很抱歉，它是在右下角，等于是右边最轮子最靠近那一边点就是了。这是我能找到的资料。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这些遗迹都放着。那么东德共产党已经倒台了，苏共也瓦解了。这个遗迹要不要拿走呢？也没拿走，德国人也没动它。啊，所以说这个并不像德国人自己所讲，他们都完成了什么承诺清算，事实上好像也没有这个样子吧？啊，都还放在那里，所以他到底这个什么叫做不义啊？什么叫清算啊？什么叫做完全作反？好像都是他们所说的。那么其他他们说我们就好像大家都相信了。再请看下一张。那么殖民时期的光荣跟不正义，那么我们看2005年2月，法国曾经通过一个承认啊，就是德国法国侨民对国家共性的法律，其中这边有这么一个条文啊，就是类似我们今天的课纲了，就学校教育课程应该着重于介绍法国在海外领地，尤其在北非的积极角色。也就是说啊，这个北非积极角色就是说要承认法国殖民的功劳。那么这个条文引发阿尔及利亚跟摩洛哥突尼西亚等国非常强烈的抗议啊，抗议说他认为是殖民是应该是毫无殖民贡献可言，那惹起很多的外交风波。但法国很多海外领地，因为它本身也是殖民所变来的，也是反对这部法律。然后请看下一张。那么所以说那个，可是为什么通过这个东西？政府明明知道为什么要通过，因为2005年5月背景资料是想要透过要做这个欧洲宪法草案了、啊。那么只有政府就知道讨好一部分的民粹人这么做，结果当年五月的欧洲宪法公投草案，政府也是大败。所以说这种讨好民粹的做法，一时好像很高兴，但是不能够得到真正的民心了、啊。结果到隔年2006年1月到2006年2月15号，那德威尔班总理才用一个法律技巧，用行政命令把上述那一条条文，就是歌颂法国殖民基地贡献条文，把它废除掉了。那可是这个废除这个法国付出的代价非常的大。
那因此就是说，你这个殖民刚好很多先进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条文要适用新这个不那个转型正义时间要什么上，当然是应该要往前哦，不只是二次大战，你还要包括很多殖民的那个角色，而且你只有清算殖民的国还能够获得国际上真正的尊重，因为清算殖民的过去才是真正国际的潮流，不是去歌颂殖民。好，请看下一张。那么所以说，那谁来那这个谁来决定转型正义的内容呢？那正义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冯·布劳恩 哈，那他党卫队或者 Hugo Boss 啊，或者 BMW 这些著名的人物，他都没有被清算。那谁来决定要不要被清算这些人啊？他这些完全安然无恙，而且布劳恩是所谓的加害者群体。那美国人也没有动他，不仅没有动他，而且还把他拔擢到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在苏联红军纪念碑算不算是不义遗址？那如何定义不义？那德国人也没有说他是不义嘛，还是继续留在那边啊？所以可是共识是应该是说殖民时期的不正义应该是予以给清算的。好，请看下一张。不过这个部分可能是留因为快没有时间，我可能留到下那个第二轮发言的时候，如果还有时间，那我再跟大家报告分享啊，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邀请蔡玉荣会长。蔡会长，好，谢谢。我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会长，我们简称互助会。互助会是成立在1987年的11月，刚解严的那一年，是由50年代受过政治牢的，我们称为老同学们，共同从各地全国各地共同组织。当时创会的时候是1200位会员。就是有1200个政治犯，当成立了这个互助会，最多的时候，我们的会员达到2000多人。现在因为时间的凋零，真正的我们本会里面真正第一代的，已经大概只剩下200位左右了。从最尖峰的2000人，因为时间的推移。这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互助会。那我今天是代表互助会，那我本人也是政治犯，是补偿条例不予补偿，理由是罪证确凿，不予补偿的政治犯。应该讲叛乱犯了，因为当时在根据法律是没有政治犯的，台湾从来没有过政治犯，只有叛乱犯。这是这个本人的第一个介绍。第二个部分，对于促转条例，本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所以我不代表互助会发言，我只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这个是我觉得应该促转条例，我觉得首先从正义这个字。看起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正义，我们要还原的，我觉得我们互助会长期以来要求的就是还原历史正义，伸张历史正义。一方面要还原，要抓出真相，一方面要伸张当时这些人为什么昂然走向刑场，微笑着面对刽子手，是因为他有他心中的理想，是因为他要这个社会更往更健康、更正向的方向发展。他对这个社会有寄托，所以我们在秋季的时候有一副对联，就是“爱乡爱国，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族统一。”爱乡爱国，改造社会，死而后已；民族统一，走向富强，壮志未酬。这是我们对牺牲先烈的一种悼念。这是
几十年来，已经过这事件过了七十年了，六十几年了，我们这样子的声音，有曾经有过2000人的会员的声音，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关注过，没有看过。在我们每一次的秋季大会都有600-700个，也曾经来过20-30个记者，但是没有在报纸上登过我们的秋季。这是转型，这样子的社会正义在哪里？从来没有关注。我想不是立一个法，本来法律本来就是政治的，服从于政治的方向。问题是我们要把这个社会立这个法的意义，应该是我们要把这个社会带到哪里去。我们的政治要把我们的社会带到哪里去？这第一条第二条的那个是开宗第二条不，这第一条的那个，我觉得第三款第二条第三款里面写的，并促进社会和解，我觉得非常不可能。我觉得正义要让社会理解，要让社会了解，我们要让整个社会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正义，但是不竟然一定要透过清算斗争。当然我们也不反对清算，但是我希望能够更清楚的，比如说党场直接明白表示的就是国民党党场，不要波及无辜。哦，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意见，不要波及无辜。当时惩治判断条例、减速毁跌条例都是经过立法院同意通过的，人民同意通过的。所以这是政治力量。所以如果立法院要通过这样的条例，请清清白白的写，就是国民党跟我劳动党，我是劳动党党员，跟我劳动党无关，不要找上我们头上来。啊，第二个，我们现在有些档案，互助会的档案，受我们会员的委托，要求我们保存，不要交给政府。当今天这个委员会，我先要跟这个委员会要求这个给我们一个答案。当有这样子的促转委员会的时候，他要求我这个档案，不给的话，我会不会坐牢？会不会判刑？会被被罚？这我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答案。其他的，我们整个会，我们并不希望是一个清算斗争的下场。我们希望这个社会了解历史，走向未来，伸张历史的正义，促进未来社会公平分配的正义，让我们的下一代过的日子更好一些。谢谢。好，谢谢蔡会长。接下来我们邀请倪仲俊教授，谢谢。主席，在座各位委员、先进，各位社会贤达，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呢，来到这里参加这个公听会哦。那我首先把我自己的个人的立场呢，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然后我后面会再说明我的理由哦。第一个呢，我赞成这个持续的推动转型正义，但是对于是否要立一个专法来推动转型正义呢，我个人是采取保留的态度哦。第二个，如果非要推动一个专法来推动，应该要注重台湾多元族群的历史记忆，那么避免呢假清除威权象征之名呢，去清洗或者是压抑部分
族群的历史记忆。那么这样呢，形成了一元的历史解释之后呢，不利于族群的和解。第三个呢，如果非要推动一个专法，应该要呼吁各族群的正义需求，那么扩大其范围，避免呢沦为作为特定族群的这个转型正义。那我自己对于转型正义的见解呢，我认为说转型正义的目的呢有四。第一个，对于过去的政治转型或转换之前受到国家机关不义待遇者，恢复其名誉，甚至有合理的补偿。第二个呢，对于政治转型或转换之前运用公器从事不义行为却未深究者呢，能够追溯以昭公义。第三个呢，为了达到补偿或救责，要有事实作为依据，所以呢有调查真相之必要。也因此呢，有了真相之后呢，第四点就是以利用这个真相呢来从事历史的诠释与再生产，借于建构群众的共识，一方面可以确认转型或转换前旧政权的不合理性，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塑造转型或转换后政权的合理性，这个我们就称之为合法性或正当性。那事实上，自台湾民主化以来，不管过去的国民党政府或者是曾经执政的民进党政府呢，在政府部门呢都曾经着意于相关的赔偿、恢复名誉、救责跟真相调查。但我认为说，在现在政权再度转轮替之时，要立专法呢去促进所谓的转型正义，它的政治目的呢已经不在于补偿跟平复伤口，而是企图将旧政权的不合理与不合理性呢进行连结，透过这样的一个否定呢，从而在表层塑造新政权统治的绝对合理性。那从民进党版的促转条例的第五条条文呢，明白揭示否定威权统治的合法性呢，就可以管窥以上的论证。只是以如此的促转条例来建构统治者的合理性的时候呢，有两点我认为必须要非常小心。第一个，在以促转条例对于转型或转换前旧政权遂行合理性诠释的时候呢，是否会落入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论窠臼，也就是以成王败寇的逻辑与观点呢去建构一元性的历史诠释。这样的一个一元性的历史诠释的目的呢，在压抑同情前朝者的观点，以否定前朝的统治内容，从而塑造新政权的合理性，也就是验照前程的前朝的失德以及新朝的承接天命。那如果到了现在一个现代的社会，还要刻意的去形成一元性的一个历史解释，就如我担心的第二点，这样的促转条例呢将会压抑了部分族群的历史记忆，反而不利于族群的和解。那大家都了解到，台湾呢是一个由移民或者移民的后裔所组成的社会。那由于到台湾的族群呢来自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也形成了台湾现在是多元族群的社会现实。这是台湾在推动转型正义跟其他地方或其他的案例呢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在多元族群的社会之中呢，各族群往往有自己不同的历史记忆，因此对于特定的人跟事呢也会产生不同的诠释跟评价。为了让多元族群能够健康的朝向和谐共生的方向发展，这些多样的多元的族群记忆诠释呢应该同时并予尊重。所以当我看到审议中的促转条例中名列转型正义而对这个为了转型正义而对特定统治者的象征予以移除改名或者其他方式处置的相关条文的时候，我就不得不担心一旦这样的一个条文通过而且必据以实行的话，相关工作必然引发争议，那也会伤害了部分的感情部分国民的感情，认为他们过去的历史记忆呢遭到了否定、侵犯与压抑。即使透过这样的一个清除工作能够勉强的达成一致性呢，那也是新的多数所产生的一种压制，而并不是真正的和解。过来呢，过去受到政治与司法不义对待者，不论是供后人感怀其牺牲，或者如条文所说的要召唤集体记忆，或者是导正法治教育而有纪念的必要性，但是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并不以清洗他人的记忆呢作为前提。
也因为台湾的族群本身具有多元性，不同的族群在面对过去时呢，也有不同的诉求议题，有重视二二八或白色恐怖时期的威权迫害者，有重视呢日本殖民的侵略、剥削与压迫者，如慰安妇的议题，也有重视外来移民呢对其传统栖地的亲邻者。因此呢，现在审议中的促转条例呢，我认为无法满足台湾社会中所有族群所在乎或需要的正义。换一个角度说，审议中的促转条例呢，只在乎特定族群在乎或需要的正义。我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正义呢不重要或者是不需要，只是这种针对性的正义，其目的呢不在诉诸全民满足的支持与需要，而在诉诸特定族群的支持与需要。从审议中的促转条例第三条所规范的时间与空间来看，它条文的设计本身就充满了针对性，可以窥见在这个时间点推动这个不吉之物的促转条例呢，其本质上并不是借由所谓的转型正义来巩固已经巩固的民主，而是借由彻底的否定旧政权来巩固新政权统治的合理性。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呢来推动转型正义，就算勉强的呢把其实现呢向前延伸到西元十六世纪以来外来移民对原住民的欺凌，相关的工作也必然在执行的时候被边缘化，根本不能够算真正彰显所有的正义。最后我要提醒，现在已经是现代的民主社会，统治的合理性的来源是在于多数的选民的支持，而不在于积极否定于前朝的德。新政府呢已经取得多数的选民的支持，这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充足的正当性，时代不够，不必再画蛇添足。如何以有效的政策导引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正向发展与取得多数选民长久之计呢？才是当务之急啊！以上报告，谢谢大家。谢谢倪教授。接下来补充介绍，本委员会委员周春米委员也到场。那刚刚林长佐委员也有到场，跟大家补充介绍。那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下一个发言完之后，我们会休息五分钟，好，接下来我们邀请廖益明院长发言。主席以及在座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我个人十分的荣幸能够在这次第二次呢接受大院的邀请到贵公听会来就这个促进转型条例的草案啊进行我个人的这个意见的发言啊。那刚听了许多先进跟司长的这个意见之后呢，我们发现有几个重点是必须在我发言之前要先讨论到我个人了解的。第一个是我们现在的促进转型条例这个草案啊，是由民进党的党团所提出来的，而民党是作为一个多数党团呢，或许如果透过多数决的运用，也许这个版本就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呢，会成为一个正式的立法。那么正式立法之后呢，就会适用到全国的每一个人啊，全国的每一个人，包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去啊，在座每个人身上去。那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个人认为说，对于刚刚各位刚刚以及之前的几场的公听会里面，各个先进所谈的有关于过去的历史的各种分析、各种价值判断、各种自己的政治偏好、各种想法呢，我个人认为都十分值得尊重。但是作为一个即将可能成为我们的法律的这样的一个法案的版本呢、啊，我们可能就得更认真去探讨这样的一个法律啊，在未来可能会适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对我们每个人都产生这个相当的约束力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要来讨论啊？那刚刚也有先进党这个提到说，这个促进转型条例这个草案呢，它是一个特殊的草案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条例，它是要处理一个特殊的历史问题，所以要用那个特殊的立法。而这样特殊的立法呢，跟现行的法律呢有所不同，甚至有所冲突，也是应该。
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立法上面必须要十分认真而十分谨慎去讨论的。我个人并不是什么历史学者、政治学，但是呢，对于立法，我个人还从事过相关的实务工作呢。我就就一些立法上面作为一个特别的条例啊，未来会适用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甚至于呢，在这种特别条例情况之下，能够排除到其他法律的适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产生的问题，就交给各位啊。这个促进转型条例是一个特别立法，所以呢，它里面我个人认为，对我个人啊，以及在座的每一位先进而言，都最有可能这个适用到，最有可能，比如说各位呢，其实是在他的所谓的调查权啊，也就是说，这个第二条的促转会啊，促转会成立之后，根据第十六条，他可以要求任何相关的人啊，跟这个条例所要实现的促进转型正义相关的人呢，到场来接受这个调查，而且如果没有正当理由的话，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来的话呢，要处新台币3万以上啊，3万以上不是3万以下哦，3万以上30万以下的罚锾啊。这个立法，在我看来是整个条例里面最重要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的一般立法，正式的法律啊，就是日常的法律啊，没有处理促进转型条例，没有处理转型正义啊，不见得有跟转型正义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现行法律的刑事诉讼法第178条，证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OK， 在这个地方呢，促进转型条例里面，任何人跟转型正义的调查有关的话，也不得拒绝。OK， 好。但是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得可以新台币3万以下的罚锾啊，3万以下。而在民进党版，也就是未来会适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这个版本呢，是如果违反前项规定的话，处新台币3万以上到30万啊，3万到30万呢，可不是3万到3万5哦。是3万到30万呢，也可能是3万2，也可能是29万9啊，有这样的条例啊。再来，刑事诉讼法178条第二项规定，前项科罚之处分由法院裁定啊，是法院裁定哦。尤其如果是检察官为传唤者，应申请法院裁定，而不是检察官说裁定要罚谁就可以罚谁，还是要到法院去。而这里的法院呢？就是法院大家都知道，法院就是独立进行审判啊，超乎政党之外，任何人再怎么讨厌他，他都永远在当法院，也就是有可能是好法官，有可能是恐龙法官，但是无论如何，并不是检察官说要找谁来要罚谁就可以谁，还是有一个制衡的机制，那就是法院来进行裁定。第三项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对于前项的裁定，得提起抗告。再来呢，刑事诉讼法还有一条，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一条，也是现行的。各位如果当过证人的话，稍微舒服的这个感觉，中华民国这个国家还不错的一条，叫做194条，刑事诉讼法194条，证人得请求法定之日费与旅费啊。好，有了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这个相关的规范之后呢，以及我们日常的这个法律的规定之后，这边的第十六条讲到，拒绝调查之有关机关、团体、事业或有关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规避、拖延也不行啊，或拒绝，但经证明确有妨害重大利益或配合调查将致本身有受刑事处罚或行政罚之余者，不在此限。根据这个规定的话，您个人或者是我个人，如果被要求要去调查，除非我们自己要证明，根据这样的立法呢，举证责任在我们身上，在被调查者身上，要证明我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去调查，去受到调查的话，可能会妨害重大国家利益。我还得证明，我如果配合调查的话，将受到刑事处分或行政罚之余。这是受调查的人他所受应有的
举证责任。如果这个举证责任不成功的话，由谁来负责裁罚呢？就民进党版 的这些条文里面，我看好像就是由促转会可以裁定，可以裁罚。而且就民进党 的这个版本里面的话，我认真的找，不晓得是我眼老花眼还是什么的，我没有找到可不可以抗告，可不可以提出异议，可不可以这样的规定呢？根据透过行政诉讼或者是任何其他诉讼方式呢，对自己的权利来进行保障，好像没有这样的规范啊。这个时候呢，就让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次公听会所讨论的一些比较上纲 的这个问题呢，是非常重要。那就是首先，转型正义是什么意义？转型正义的意义里面呢、啊，我们就很务实的来探讨，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华民国六法全书里面的法律的这个民进党版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里面，对于转型正义的定义，好像没有非常明白的写在哪里。我想要看到的定义比较明确的是有第二条的第二项的五款，有关于政治档案，有关于清除威权象征啊，不义遗址这些。再来，我看了一个相关的定义呢，就是威权统治时期违反民主宪政秩序的一些相关的收集、制作、建立资料的这些作为啊，还有威权统治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侵害公平审判原则的这些相关的审判或相关作为。如果我们把这个转型正义所要处理的、所要对抗的、所要去解决的这个呢，从这样来界定的话，尤其在这个条例里面的第三条，威权统治时期是民国34年8月15号到民国80年4月30号，整整46年期间呢、啊，我发现只要促转会的委员他们个人的意见认为，这46年期间所有从事过、所有曾经服过兵役、担任过宪兵职位、加入过国民党、曾经在调查局的工里面担任过公务人员，或者是任何相关这些所谓跟威权统治、违反民主自由的这些作为有关的机构单位里面的人，啊，全部都有可能，也就是46年之内，全部都有可能成为被调查对象。为什么？因为被调查这个范围呢，是由促转会的委员来认定，相的关系到哪边去呢？是促转会的委员们，促转会认为你有关系啊，你要过来给我调查。哎，我不愿意被调查，那你得举证，你不受调查，违反的怎么？你受调查会违反的国家重大利益，会这个经过稀释，是由这个被调查的人呢，个人要举证自己不相关，而不是由促转会的人来举证你跟我要调查的事项有多么关联性。像这样立法呢，如果这么一立的话，我个人是一个立法实务主义者啊，我们就想操作上面，如果可能整成状况呢，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讲过，他曾经担任过宪兵，在新店的某山上服役过啊，曾经呢从事过关押人犯的工作。我父亲呢目前好像失智的，也许他关押人犯就是恐怖这个白色恐怖里面的相关的这个人犯。这个时候我作为他的直系血亲，我与这个白色恐怖，我与威权时期违反民主自由的统治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呢？是我如果把廖一鸣叫去，是我要证明把我找去啊，违反了国家重要利益，还有可能让我受刑事诉讼，是我要证明，否则呢要找我就马上可以找我，而且我若不去的话，所受的处分是3万以上30万以下，这个是一个相当高的数额啊。我们从事这个在立法上面呢、啊，对过去的历史做任何形态、任何方向、任何的政治上的价值上的判断，那都值得尊重。但在立法上面啊，对于立法的条文、立法的文字、立法的整个制度设计，如果没有谨慎去处理的话，这个时候所可能
造成的权利的侵害，造成的所谓的不符合比例对民众的权利的侵害，可能会影响到波及到任何支持或不支持转型正义的促进的任何一个人。那么呢，我个人发言时间不多，最后只有一点，那就是最后促转会对于调查之后所产生的各种调查的结果，到底要如何的保全，如何的公开，或者是如何的应该予以秘密的这个存档，也都没有相关规范。这就让我想到了上个礼拜我在第二次来到也是同样这个地点参加公听会的时候，有某位教授啊，他在公听会上面的发言，显然的啊，显然是不符合上一次公听会的主席他个人的政治偏好跟判断。于是呢，主席当然在会议现场并没有做任何的价值判断，到了会议结束之后，透过脸书这种公开散布的方式来配合媒体的这个报道，来表示自己对这位参加公听会教授啊，这位公听会这个教授认为中正纪念堂的观光价值还是值得保存。这位主席呢，就对于这样的意见呢，透过脸书的方式对这样意见表达相当的不满啊。我就想到我廖一鸣目前在这边发言，我的发言内容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受到立法院委员会公听会的言论免责权，以及不受其他地方的这个诽谤或者是这个言论侵犯的这样的权利的保护。如果没有的话，也许如果在立法院的条法律的制定的公听会的这个发言阶段，我们的发言尚不受到国家的言论自由的保护，那么未来如果我们包括您受到任何调查，您对于任何被调查的时候，您所讲的任何的意见、陈述的任何见解，如果也没有受到保护的话，那么对我们未来实质的人权、隐私的这个侵犯呢，可能是非常非常重大的。而且这样的法律，我要再说一遍，因为民进党团是多数政党，很快的透过多数决的力量呢，很快这样的版本会成为中华民国六法全书里面一个现行有效的法律，甚至于呢，我们在法学院教书都还要教这个法律，这个时候就会造成我们台湾真正的这个法学上的一个，我个人认为至少是教育上的危机。以上是我的这个比较冗长的发言，谢谢各位。好，谢谢。好，那个跟廖院长讲，我不会发脸书。哎，接下来我们要休息啊啊！补充介绍一下，蔡玉仪、蔡委员也到场哈、哦。那我们要休息五分钟啊，休息之后继续我们的公听会，谢谢。
好，继续会议。接下来我们邀请花一芬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社会贤达、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对于这一次所要修的这个促转条例做一些意见的报告。那因为我刚刚比较晚来，所以就是有前面的一些这个先生女士的发言没有完全听到，不过就我所听到的有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问题，我想先做一些澄清，然后再将我个人的意见做一些表达哈。刚刚有讲到像法国在这个二战期间的一些转型正义的历史记忆的问题，或者是像德国的这个大企业家，像 Hugo Boss、 BMW 这一些，他们事实上在纳粹执政期间曾经参与了这个纳粹迫害的这个奴工的工作，或者是为纳粹主义来服务的这些事情，但是并没有在这个战后这个就是说付出这个罪责的代价。这部分我想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澄清就是说因为转型正义它是架构在必须有具体的犯罪事实上所以这个就是说对于这些大企业利用奴工的这个部分，并不是德国人就轻轻的就是就放过这个部分。如果就历史记忆来讲，它是属于历史记忆的灰色的地带，就是说这个灰色的地带是说它没有很具体的迫害人的性命的事实。但是请注意，在西元两千年的时候，德国成立了一个德国与犹太人历史和好，我想应该比较好，我就继续发言哈。在西元两千年的时候，德国成立了一个德国与犹太人历史和解及负责被强迫劳役受害赔偿抚恤金的基金会。好，这个基金会的简称叫 EVG。那这个基金会的本金是52亿欧元，请大家注意，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个52亿欧元是由德国政府出资一半，另外德国14家大企业，这里面就包括刚刚讲到的像 BMW 这样子的大企业，他们负责必须出其中的50%。也就是说，其实德国并没有因为这个没有办法从这个具体的迫害事实来求，就是说来追求这个转型正义，而让这个大企业继续的，就是说完全的这个逍遥法外就是说，一个转型正义其实它不是为任何政权来服务，而是它必须让这个社会彻底的走向反省的这一条路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就是刚刚讲到的，例如说法国在就是说一些跟法国的这个转型正义相关的事情，请大家注意，法国是在去年的12月28日才正式的把他们在1940年到1944年期间，就在维希政权期间的一些跟纳粹政权相关的这个政府的档案才正式公布，所以法国是现在才正式走上这一个转型正义的路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以比较早之前的一些资料，2005年、2011年的资料来谈法国面对二战的一些纳粹罪责的这个问题的话，恐怕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些修正的这个部分。第二个是关于这一个苏联的战士纪念碑，在柏林的这个红军所谓的红军纪念碑，它是不是一个不义遗址我想我们很难只是从
我们自己的这一种好像苏俄是一个邪恶政权，所以他在柏林的这个红军纪念碑是一个不义遗址这个角度来看，而我们必须从二战本身就是德国跟苏俄之间有太多的复杂的恩仇啊，就是说德国对那这个红军固然当时在这个柏林或在德国其他的地方有过一些屠杀强暴妇女，但是同样的德国也大量的虐待他们的战俘，而且也入侵了这一个苏俄啊，我想这是大家也都知道的事实。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个红军纪念碑留在那个地方，其实正是在表示德国还在处理他们转型争议的问题，而不是说那个东西留在那边表示德国接受他这一个不义的遗址还是可以继续留下来，就是这个是在 ongoing 的一个 process 当中。好，接下来还有刚刚还有另外一位学者专家有提到，好，就是也不断的讲到说这个好像是这个新的政府即将上任的这个新政府是借由这个转型正义要来巩固新的政权，我想这个观念应该我们应该要修正哦。新的政府的政权的合理性来自于老百姓我们平民的选举哦，来自于我们今年年初的选举哦，这个政权的合理性不在于这个中国史改朝换代的这个观念，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正确的观念来面对转型正义的问题。转型正义是为了我们的公民社会，是为了我们的民主社会，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政权。好，那接下来我想简单的讲一下我对于促转条例的一个看法。基本上如果说就目前的这一个条文来看促转条例大概主要分成四个大的纲要啊。第一个是开放政治档案，第二个是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义遗址，第三个是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第四个是处理不当党产，那第五个是其他啊。就也就是说其实主要的纲领是在前面这四项，那我建议啊把第三项平复司法不法后面的那一个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好，就是后面这个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应该要调到第一条的后面，也就是说应该是开放政治档案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因为你如果把还原历史真相放在第三条，那只是意味着我们所谓的历史真相是司法判决的真相。好，那可是司法判决的判定的真相其实它只是有罪无罪的这一个层次，但是其实我们如果真正要讲到历史真相，它其实还包括非常多，例如说刚刚这个廖一鸣这个教授他其实有讲到，例如说以他的父亲为例啊，那这个其实就是牵涉到我们所谓的历史真相的另外一个层次，这个基本上可能不是我们在司法上面可以判有罪无罪的问题，而在于说这是一个党国体制和威权体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个人独裁的这个意志而进行的这样子的一种威权的迫害，那这样的一个威权的迫害，它带来的这一个伤害，这个部分恐怕有一些不是司法的判决可以完全处理，但是我们在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在从事历史记忆的时候，这一些历史真相应该要透过学术研究以及教育内容来揭露，用这样子的揭露来进行具有反省意义的讨论。好，所以就是历史真相其实包括非常多的层次，所以我建议把第三条后面那两句放到第一条的后面，这个也要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开放政治档案也还有一个目的是在促进社会的和解，因为档案的本身这是一批非常有问题的档案，这一批档案 的完成不是为了写给真正的社会大众看，不是为了去树立一个民主社会的司法正义，而这一批档案主要是写给统治者看，是写给党国体制下面的统治集团看的，所以我们在开放这一批档案的时候，我们必须先做好准备工作，让
我们的社会大众了解，这是一批非常有问题的档案，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周全的认识来知道这一批档案里面 所写的东西。所以档案的揭露它不应该是一个所谓的清算，而其实它应该最终最大的目的是促进这个社会对于正义的认识，还有能够带领我们走向和解。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当第三条我们把最后面那两句搬到第一条之后，在第三条请改为平复司法不法，然后后面应该要加上树立人权与捍卫人性尊严的普世价值。好，因为我们必须用这样子的普世价值来彰显这一次所推动的转型正义不是为任何政党在做服务，而是为了这一个公民社会，我们的民主社会往更具有文明意义的方向前进 在做努力。那我们必须把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这样的一个理想接诸出来，以免成为政治斗争的口实。好，所以我想我基本上就是对于条文的这个修改，希望在第一条跟第三条能够把它修正的更为周全。好，谢谢大家。谢谢华教授。接下来我们邀请纳莫诺夫发言人。主席，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阿美族守护联盟，我叫纳莫，我是阿美族，那今天代表我们的团体来这里做发言。好 ，OK， 我们在其实在318事件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话哈，在这个运动圈里面曾经常被人家提起，就是原住民族虽然是人口只有2%。但是原住民族是台湾的历史98%。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不是代表原住民族是少数的这个处境，它其实是梳理了这个台湾主权脉络，的一个台湾主权的重要的定调。好，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呢？我以1988年这个现在的即将要上任的原住民族委员会的主委一将八路。当时的台湾原住民族人权宣言哦，这个它的前言做起，原住民族系属南岛语系成员之一，与其他非原住民族族群有所不同。这个历练呢清清楚楚，那这个论调上面就是代表着意涵原住民族对历史上的各个统治政权的主权的挑战，在于文化差异及历史主权论的观点上。明确地指出原住民族，第一个，原住民族主权先于国家；第二个，基于历史事实，这里所谓历史事实就是原住民族在这400年当中受各个垦殖的统治者的权力的侵害；第三个，原住民族未曾让渡过主权；第四，对于统治主权，原住民族持续处于争议。也就是说，否定原住民族基于人本的权利，必然否定原住民族的人格以及其人性。今天为什么要讲到历史？当这个国家要立法的时候，当你有源头的不正义，不管你立了什么法，不管是怎么那么小声，都有源头不义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哈，在促转条例。主要的任务上面针对党产的部分，但是其实以原住民族为主体来观看这件事情的话，还包含着被国有的国产。我举例一下，台湾的土地面积有360万公顷嘛，大家都知道。可是呢，对于原住民族来说，被国有的土地就占有217万公顷。占全台土地的总面积的60%，也就是说，日值原住民族领域为166万公顷，在1928年之后，限缩为20万公顷。国民政府流亡来台，是不易取得当时日本殖民的
土地跟日值的财产。而这件事情造成什么问题呢？在于历史上面的侵害，以至于造成现在原住民族在社经地位上面国家的分配不利的问题。注意，是原住民族因为历史不正义的问题，造成现在分配不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主张应以历史正义为上层，转型正义的上层的概念作为立法的一个初衷。原住民族对历史正义的诉求是自始至终不带任何肯执统治者的民族转型才启动。原住民族的主权是生于原始于初，故原住民族的历史上面不利，很理所当然的应当直接诉求。我们认为转型正义无能窥探原住民族主权受侵害的全貌，以至于转型正义的法治跟立法的过程对于当代政权所经手的不利行为，很自然应该要去追溯跟寻求赔偿。但是呢，这个现代国家、当代国家在殖民寄售的不利因果，也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个范畴里头。所以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范畴里头，很简单，中华民国来到台湾，它寄售是日本当时的土地殖民政策。原本原住民族拥有台湾一半的土地，在1928年之后剩下20万公顷，但是至今未归还。所以叫什么叫166万公顷只占台湾的一半？1928年的时候，也就是说现在有90岁的老人家，假设他还活着，他在20岁的那个时候，他土地被这个国家拿走。而在这个国家现在正要民族转型的过程，跟转型正义的法治化的过程，并没有把原住民族放在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看民进党版本的，国民党就不用提，他根本没有提。民进党版本里头的完全没有放入任何回复原住民权利的条款。看起来时代力量跟新的陈营版本也没有在我们手上，比较符合现在原住民族的主张。转型跟正义的两者之间，我们这么说啦，就是一个政权经过民主转型时，那个时对政权的过去之不正义进行追溯与矫正。所以呢，在民进党版本里面只谈到在这个威权体制下回复党产的问题，可是对于原住民族来讲完全不敷使用啦，对于原住民的正义完全没办法回复原住民族的权利的原状。例如说民进党版的第一条，其实在那个 title 上面，我们就建议，刚刚有提过嘛，历史正义应当在转型正义的更上层的概念。所以当要谈转型正义的时候，必然要把历史正义整个台湾垦殖国家来到台湾的这一段历史放进去。所以它更应当扩大去解释这个正义的条例的草案。然后再来是第一条里头只针对威权统治以及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相关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们才在第三条定了时间的限制。可是对原住民族来讲，1949年以后，甚至1949年之前被日本殖民政府去定义的国有土地，后来是被中华民国拿走的啊。但这个时候原住民正义就没办法回复啦。那因为这个条款里面限制的时间，所以原住民族没办法放在这个里头。原本在，然后再来是第二条12345里面没有放进任何原住民族的历史受侵害的说明跟条款，也都没有。我是建议啦，在第二条里头应当增加原住民族的相关的正义回复的条款条例。再来第八条，即便把这个原住民条款放进民进党的版本里头，依然有一些问题。例如说促转委员会的九人的设置里头有讲到，政党人数不得逾三人，同一性别之人数不得少于三人，看起来是有相当去照顾到相当人权的规定，但是呢，原住民族的人数并没有在这个条例的定义里头。假设原住民只占台湾的2%，
假设台湾的原住民参政权有保障的六个席次，可是在转型正义的促进转型的那个过程里头，却没有原住民的声音，没有原住民的条款，在促转条例里头的委员也没办法在里头发声，那原住民在里面就消失了。台湾的转型正义必当以历史正义为最上层的基础，这样的这一次的这个草案呢、啊，原住民族的主张是以历史正义为上层，好、哦，再来是去解决历史不正义的问题，才能解决现代国家对原住民族分配不正义的这个现代的处境。好，谢谢。好，感谢，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放第二轮发言。如果第二轮各位还有没有讲完的，可以。好，施正峰教授，好，请发言。哎、欸，发言时间5分钟。我只补充一点就好，好，只补充一点。好，刚才廖院长提到说，根据现有的法律等等，那个法则是太高等等。我想目前因为是我们国会没有调查权。就调阅权，所以呢，前一阵子呢，好像是时代力量等等有提到说，是不是我们要如何来特别的立法？连民进党的立委都会说，好像会侵犯人权。我是跟他讲说，那位立委应该是不读册了。好 ，OK。如果看到民主国家里面呢，国会议员都有调查权，如果没有调查权的是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是没有用的，跟监察院是没有爪的老虎是一样的，猫啦是猫是一样的啦。所以呢，我去看了那些大部分的国家里面，有一些是有调查，然后有调查权，那有没有法则？我只想最严格的是法国国会，50万法郎，好，很高很高。所以呢，我建议说，应该要我不想好，应该就多念点书吧。好，接下来发言，哪一位？好，李旭明顾问，谢谢。还是麦克风还是？好，主席好，各位学者、专家、先进好，我这次还要第二次发言，主要在强调的是说，仇恨有那么深吗？其实整个促转条例的精神，其实也就是在和解。可是我们看看它整个这个条例，实际上呢，就跟刚刚我们有个法学先进所提到的，有蛮多的这些调查权，以及行政处罚权，甚至一些准司法权。那这一些的话，我们来管理所谓的这些档案的这些管理啊，这或者档案的曾经被销毁过，或者呢曾经被人有人怀疑。说曾经有不实或甚至伪造情形，那么立法院在这边是不是应该举证出来？举证出来说，在解严以后啊，在解严以后，那政府在对于所谓的228的受难者、白色恐怖的受难者，都建立了很多机构，也花了蛮多的钱来弥补这个伤口。各位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困难？我现在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公务员的素质水准也都是蛮高的。公元2000年以后，这个国发会的档案局也就成立了。他配合的这个中央研究院，配合的这个很多学校的这个机构，派人，然后发经费。我们想要把228以及白色恐怖的真相弄出来，现在又出了这个法令，这个法令居然要把所谓的调查权，还有这些。行政处罚权甚至准司法权没有得到任何司法的授权下可以来要求这些档案，我觉得就杀鸡好像要用牛刀。后来各位你们仔细再看一下，实际上这些权利个人认为完全是针对所谓的处理党产而来的。各位可以看看党产除了这个法令以外，还有政党法，还有单独的不当产案处理条例，这些都是来那真的，而且呢，时间是定于所谓的1949年，以及在1991年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以后。所以说呢，你杀鸡用牛刀，用这个牛刀要处理档案法，实际上是针对的所谓的这个国民党的党产而来的。
OK， 那还有呢？刚刚有几位教授也有提到过说，针对档案的这个处理，以及这些所谓发掘的这些真相，可能有一些白色恐怖或二二八时代的那些人，曾经任职于海工会或陆工会，或者是说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可能会跟处理档案会有一些关系，或者是说呢，这些可能使他们不容易拿到，或有可能毁尸灭迹的情形，需要比照东欧的这个做法，让他们能够不必再那么任职。可是这样的话呢，根本是所谓的这个行政法上是过分的这些连结，你对于人权的侵害是相当大的。我们这个法律是真的是要弥平伤口，是要讲求和解，甚至呢，在民进党已经100%完全执政之下，从总统、行政院院长到国发会的这个委员长，不，国发会的主委以及档案局的这些局长，甚至国安会的秘书长，都是你们可以指派的人。假如说有任何怀疑毁尸灭迹的话，我觉得24小时就可以处理了，不必杀鸡用牛刀，成立这个所谓的宪法机构下面的这个二级单位，跟部会一样的这个独立机构呢，来处理这样的所谓的转型正义。OK。好，谢谢。在座好，请。主席好，在座的学术星期大家好。其实我觉得刚刚听了非常多专家的意见哈，那我觉得其实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和解跟正义的中间找到一个平衡哈。我觉得以现在台湾的这个政治氛围啊，是很难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以现有的组织跟既有的组织，或者是未来所谓大家的设计规划中要找到这样的比例，我觉得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啊。那另外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是，台湾人民到底习不习惯于所谓的清算斗争？今天我们政府啊，如果制定这样一个条例，国际媒体会怎么看？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民主，对于台湾政党轮替又会怎么样看？这种国际的宣传跟国际的舆论，我觉得我们也要考量啊。德国跟法国，它过去的例子中，它让我们每一个国家提供这样的经验让我们参。那台湾今天如果未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那其他国家又会怎么看？然后第三个就是我对于这个开放政治档案，事实上我其实是蛮忧心的，就是因为你说台湾的民众对一般档案的判断，对于看档案有多大的兴趣？啊，大家关注的焦点到最后都会不会停在？我非常同意刚才有学者专家说，应该要扩大到各个层面的这个转型正义。可是未来在媒体或者在其他方面，可能都会把重点放在于政治上面。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曲解于当时候。假如说我们要这个促转条例中的这个原始的规划，可能到时候会让我们的美意啊、良方美意受到打折，就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政治上面，又变成一个政党斗争了，而模糊了焦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要思考的。最重要的是，台湾人到底习不习惯于清算斗争这样的一个民族性？我们到底对于过去的转型行为要追究到什么程度？对于现在啊，发生到台湾民主化之后，发生到也很多的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来找寻一个公道？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考量到，特别注意国际的观感。台湾不能够闷起头来管，不管美国怎么看，不管中国大陆怎么看啊！因为我本身在大陆做任职啊，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台湾的这些政党轮替之后，所有的整个情况，他可能都会曲解，这就是开始啊这个斗争清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可能民进党他有些推动一些理想价值也会被抹灭，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情况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条例的时候，立委诸公们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我觉得应该要特别的仔细。好，谢谢。好，好，李隼成教授，研究员，主席，各位先进，我刚刚简单做个回应，就是说，比如说是法国公布维希政府的档案，但是他没有公布到1946以后啊，就是他等于是刚光复的时候，民间用私刑就处死了大概会300-400个人。那这些的档案到现在要不要开放也不晓得，他等于是有的人就把发间哦，就跟德国人合作的发间直接抓了就砍了。抓在枪毙，或是直接把他剃光头了，直接把他烧死了。那这些档案有没有开放？
这样开放的时候要争议非常的大，所以戴高乐在当时巴黎光复后立刻把很多的游击队的武装立刻清剿，立刻把武器收回来，就怕说事态进一步的扩大。那么法国公布档案，非常的赞成，档案本来就应该开放。那问题是他开放的时候，他是有开放，他是单纯这样开放，他并没有再加上一个价值性的判断，说这个档案开放应该要继续去看谁好或不好。啊，或定义说谁会好或不好，因为你定义谁好或不好，就是猎巫了，就是要猎杀那个女巫了。他就是把这档案出来给大家看，那你慢慢去抚平这个历史的伤痕。因为在德国占领期间，很多人既是德国的合作者，也是告密者，那也是互相杀来杀去，这实在是太难说了。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的房东的先生他就是地下抗德分子，他就是因此消失了三年啊，那他完全没有跟家人取得任何联络。那结果他一直要等到他结婚之后三个月就出去了一直要等到1944年八月的巴黎光复之后，他们夫妻才见到面。所以他当时在跟我讲到这段历史的时候，当然是非常咬牙切齿，但是他也非常晓得说，因为他楼下邻居就是德国的要别啊。这太难说了，因为德国的 Gestapo 那个盖菜堡那个国家秘密警察渗透到每一个层级，所以很多法国人是合作的。好，那如果说红军，那再来就说，当然是因为二战，红军纪念碑在那里，我非常赞同花老师的看法，他住在这就是在继续在处理。那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的不义的这个定义是非常的奇，非常的分歧的。有人认为他是不正义的，有人认为他是正义的，因为还是很多人认为说是苏联来解救他们，当然苏联强暴了很多柏林的女子，现在这个主要都看到了可是苏联来的时候就把可是很多德国人认为说苏联来还是比较好啊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起码他不用再受希特勒统治了，所以说太难说了。因此就是说，我的重点在于这个不义的概念本身的建构就非常的分歧，所以他们说加害者就不因此这样的定义，或者是说我们在讲那个美国那个冯布劳恩，他到美国把他征用之后，美国就不清算他了。那到底是他那 SS 这个组织是非法的，在纽伦堡大审是判断是纳粹党的附属组织，它是非法的。但是非法的人居然可以在太空总署获得高位，所以是美国人说了算吗？美国人决定就清算就清算，美国人说不清算就不清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不正义、公平正要如何去取舍？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因为整个逻辑也都是不怎么连贯的。那么好，那现在对不起，那个我们的同仁可不可以再看一下我刚刚那个对不起，可以看一下我的幻灯片好吗？就是 PowerPoint， 对不起，看一下。那我们就说找了，比如说有时候清算，请再看，对 ，Franco， 再请看下一张，因为请看下一张，请看下，再请看哈。好，我们到对，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说啊，就是2006年3月17号的时候，运输那个当时上台运输部长，他半夜就把马德里的弗朗哥的雕像给弄走了。那弄走之后，当时引起非常大的反弹啊，因为他是偷偷摸摸把他弄走，所以说在第二共和时期的两位领袖人物的雕像立刻就遭到报复跟破坏。那有人就说，那干脆整个拿走算了，就你只清算弗朗哥，那没有你只把弗朗哥拿掉，另外两个人不拿，那造成单方面清洗的印象啊。那再请往下看。那结果这个El Mundo 就是西班牙世界报的一项民调显示啊 ，Zapatero 当时的总理推动这个俗称历史记忆法啊，他是41%是认为说这个只是揭露历史的伤痕呐、啊，并不赞成，25%人才赞成而已啊。那加泰隆尼亚分离主义者 ETA 啊，就巴斯克独立主义也不领情，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历史记忆法只是这历史记忆法没有去清算那个西班牙第二共和时期镇压这两个独立组织的人物啊，请再往下看。好，这些我都先跳过了。那波兰转型正义之后就越好，请在这边好，请再往下看，好，请再往下看，往上一页，对不起啊。那说到波兰的清洗，波兰的清洗之后，它会造成一个很严重的猎巫形象，造成整个政府官员呢、啊，因为还有总共有30万人受影响，整个政府官员跟整个民间都整个气氛都一直改变。那结果他去年的极右派人上台之后，就推动了很多钳制言论啊，把媒体的总裁啊完全划归为政府财政部长单一就可以任命了。对不起啊，那所以说那个波兰执委会主席他就说雍可他说这个波兰是违反民主价值的，如果说他会进行去调查，如果说欧盟发现波兰是有违反民主价值的话，会对欧盟发出正式警告，甚至停止波兰在欧盟的投票权啊。请再看下一张。那波兰1997年之后到现在修改很多次的这个波兰清洗法
甚至后来涉及到大概当时涉及到30万，后来就是引到快70万，请再往下看。那结果2006的民调显示，70%的受访民众认为轻刑法只是执政党的政治工具啊，那并不是执政党政府实现正义的方式。好，再请再往下一看，行了。那结果我们就说刚刚廖一鸣老师也提到有关于举证责任的问题，这就是个问题。那所以说有的人有英国学者的批评波兰轻刑法，它是违背了无罪推定的原则，那也对于整个调查的举证责任进行导致就把整个都导致过来，请再往下看。那所以说我提供两张的波兰的民间媒体啊，请再往下看。这是波兰的民间媒体，这是一个非常民粹的一个媒体煽动了。那这个标题叫做那个伊斯兰强暴了欧盟啊，他就用这个字伊斯兰强暴欧盟。然后大家可以看得清楚，那个他把欧盟认为是个白种女孩很漂亮，那这伊斯兰人都是有色的人种啊，那把他强暴。请再看下一张，那他是这个欧盟啊落荒而逃。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种族歧视，也非常无助于整个事实真相的发掘。那就是说波兰在一直在做他目前的整个社会气氛，还有整个政府的做法都一直有越专权之余，所以受到欧盟的警告了。好，我就报告到此，谢谢。好，接下来花教授先给花教授发言。好，那个林委员等一下哈。发言时间五分钟。好，我想跟针对刚刚这个李研究员的发言，我想我做一些回应啊，就是说，我想我们在讨论这一个跟转型正义的事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因为这牵涉到整个社会的和解以及我们民主价值的确立哦，所以我想一个很重要的，我想我们作为学者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立场是，我们不要用片面的事实和或者是只是截取某一些部分然后来讨论了。也就是说，例如说刚刚讲到这个关于苏联的这一个红军纪念碑的问题哦，不应该用这个东西来讨论，那到底什么叫做不义哦？就认为说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模糊的地带或是弹性空间解释的地带。我想就是说，就转型正义，不管是就这个联合国对转型正义的定义，或者是就德国推动转型正义的这个向来的原则啊，其实这个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啊，不义其实它就是违反了人权，违反了人性尊严啊，这里面不应该有一个模糊的地带。那这个问题其实德国跟苏俄之间的这一个关系，好，就是说一个红军纪念碑到底目前代表什么？其实这个主要是牵涉到他们还一直持续的在处理跟这个二战的这一些德国做错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甚至于他们现在已经又处理到了当时德国在意大利，大家我想大家也应该知道，意大利在二战的时候跟德国是同盟的，但是他们在意大利所造成的伤害，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处理，他们甚至已经处理到非洲了。好，当时纳米比亚这个在德军也这个遭到了10000多人的屠杀，他们连这个都已经在处理，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什么叫做不义我们不知道，而是当有新的事证出来，那就是必须要处理，当有新的研究出来，那这个就是要处理，这个才是应该一个面对转型正义正确的一个态度。也很希望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用一种 proactive 啊，来促进这个社会往一个更高的文明价值的方向迈进，这样的态度来帮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在最大的这一个就是说一个用一个最大的一个符合公民价值的这个角度来推动这个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历史的伤害它不会因为我们否认它就不存在，好，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事实哈。那尤其如果说讲到刚刚关于波兰的这个轻刑法或者是所谓的除垢法，当然台湾是不是应该要采用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的确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适合在台湾，这里面有讨论的空间，但是不应该把波兰用了这样子的方式，结果波兰现在是在一个极右派的政党或者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波兰推动转型正义是
徒劳无功的。波兰今天之所以会走到这个地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当他们在进行转型正义之后，他们并没有继续深化他们的民主教育。好，所以其实转型正义只是某个程度上它像是一个手术，可是在手术之后它要有复健的工作。好，我们不能只是说我做了转型正义之后，那我不再继续去做民主的教育，这个东西是要持续永远永远的必须要做下去的。一个需要进行转型正义的社会，基本上就是它有一个部分是生病的社会。既然这个部分是生病了，我们就必须想出最好的方式来治疗它。那这个方式是要怎么样子进行？希望这个社会大家能够共同去想大家最能够接受的方式，不一定是要把外国的东西原原本本的包弄过来，这个东西也没有所谓的绝对的 SOP， 但是希望大家用 proactive 的角度去思考，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然后在这个事情之后，在转型正义的工程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子深化我们的民主价值，怎么样让我们的社会透过好的教育可以走向真正的自由多元。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知识分子更应该想办法来帮助我们的社会所做的事。谢谢大家。谢谢花教授。哎，在我先那个跟大家报告一下，本来我们的会议是到12点哈，那因为现在还有发言还没发言完，所以我们会酌延时间哈。接下来我们请林长佐委员发言，发言时间10分钟。我想我的这个发言时间有蛮多可能是可以交给国民党的委员来发言。我想问一下，那个在场除了林委员以外，还有其他国民党的委员吗？目前是没有的。所以国民党的委员举办的公听会，结果只有主席一个人来，目前是这样。好，那希望我的问题，主席如果可以代表，或是说国民党邀请的学者可以代表回应的话，我们会非常期待。那就是在前几次国民党的这个在参与转型正义的这个公听会的时候，其实针对民进党的促转条例，有几位国民党的委员是提到说没有注重到原住民族的部分，那也有几位委员是提到说没有去处理到日治时代对台湾人的压迫。那所以当我们时代力量提出我们的版本《历史正义与权利回复法》的时候，其实就包括了国民党的诉求，那包括回复原住民族的权利，也包括到日治时代的部分。所以我在这边，因为上个礼拜国民党把我们的这个法案直接提出异议，那退回到这个程序委员会，那没有任何的理由，那也没有公开的说明，那连讨论的机会，让我们的这个案子进入委员会讨论的机会都不给我们。所以我在这边其实是想要请问主席，或者我本来以为今天由国民党办的这个公听会应该会有其他的委员来，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说明？这个没有进入这个复委哈这件事情，事实上因为我在委员会这边哦，我们并不了解那边的情况哈。这个那我在会后哈，会后我问清楚我们党团好的态度，那我会公开的做说明。好，因为我想在这边其实一直就是时代力量也很虚心接受任何的建议啦。那当我们在参加前几次的公听会的时候，听到国民党提出的内容跟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版本其实是希望涵盖的部分是很这个一致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以为国民党应该会全力支持才对，那结果没想到是连进去到这个副委都不行，还退回到程序委员会。那我在这边以为今天终于可以听到国民党的委员来这个跟我们说明一下，我们也可以再回去改进，结果也没有。那在这边同时国民党的这个政委员等等，还有亲民党委员提的这个促进转型正义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其实时代力量没有提出异议，而且我们搞路委员还一起签署共同提案支持。所以我想就是说林委员如果说回去方便的话，是不是要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事实上时代力量的版本对原住民族的权利的回复不只是土地，所以国民党跟亲民党提的这一个版本我们不只支持以外，我们也希望他支持我们，因为我们
是包括土地跟文化权、语言权都包括在一起。所以如果要一致来看待的话，是不是国民党党团也会把这个国民党跟亲民党提的这个退回程序委员会？就理论上啦，要不然我不太知道他怎么面对这个国民党自己的理念。对，因为我们处理的原住民是更完整的权利，那理论上这个国民党跟亲民党的这个委员的这个版本是处理比较小的，只有土地的部分。所以如果他认为时代力量的不对，那是不是说国民党自己提的应该自己再退回？这个也希望说国民党的这个党团能够有机会的话，今天借由这个公听会，那也希望国民党的学者回去以后是不是也可以促请国民党党团可以把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一点。然后最后我想在这边公开呼吁的就是，现在连民进党的版本，那我们也看到陈莹委员最近他也公开强调，其实要纳入原住民族的部分，那把这个拉大这个历史正义的这个课题，那包括从荷兰、西班牙、郑成功家族、清朝到日本的这殖民统治，其实他大概就是比照加拿大、澳洲、纽西兰对于原住民族的这一个态度，所以他应该也会，我想民进党现在应该也会思考怎么样去让它更完整，让转型正义的工作更完整。那我希望这一件事情不要陷入党派之争啊。那所以在这边也是拜托主席，就是说，既然在公听会上面，国民党其实他提到的这些部分，现在已经有时代力量版本是已经涵盖了，然后民进党现在也愿意说应该要把原住民的加入，那事实上应该有一些共识。直接退回到程序委员会不让他复委的原因，真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说明。那我相信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应该要有一定的这个逻辑跟判断的标准啦。那这个接着我们在推动转型正义的时候，怎么样避免刚刚这个李研究员提到的这些状况，反而让这个伤口没有办法愈合，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未来大家可以一起努力。但是怎么样能够大家共同的来参与，这个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谢谢。其实我还有四分多钟，如果等一下突然有国民党的委员来了，我愿意把我的四分多钟交给他来这个报告。谢谢。谢谢。我就跟那个李委员也报告一下，就是说刚刚许淑华委员、许益仁委员都有来到现场，但是都没有全程的参与了哈。那针对刚刚林委员所提到的，我非常赞同啦。我认为应该要把所有的版本尽量的要纳到一起来并案讨论。那所以我会去努力的这一部分，跟党团沟通这一部分。谢谢。再补充介绍，顾立雄委员也来到现场。好，那接下来有没有机关的部分，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今天我们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都有书面报告，我们会列入记录，刊登在公报，跟今天所有发言的内容都会刊登入公报。好。那另外就是说，其他的在场的机关也好，或是团体，有没有要补充发言的？好，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公听会非常谢谢大家所提的建议。那今天的发言到此会告一段落，所有的发言及书面意见均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公报，并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的全体委员以及本日出列席的人员参考。那本次的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